车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维西 TV。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解读来自未来的棋谱。今天很高兴请到两位嘉宾，这一位呢是 DeepMind 团队的维西大使，是欧洲维西冠军樊辉老师。大家好。这一位是我们著名的国手，英气逼人的国手谭笑。大家好。这个我听樊老师在这个我们开始录制之前还跟我说，做了一下功课，查了一下谭笑这个现在的这个世界排名，高居第七位。对，好，非常厉害。这个虽然暂时还不是世界冠军，嗯，但是这个很快就有可能就是在这个月底将进行春兰杯的决赛，对啊，对朴允训九段，那说不定到时候播的时候，对，可能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谭笑已经是这个新科世界冠军了。这个，谈到我们这个节目，也想跟谭笑聊两句啊。嗯，这个之前呢，举行了乌镇的峰会。对，应该你也有所关注。然后包括之后呢，AlphaGo 团队呢放出个50盘的棋谱，自家的棋谱。对，你有没有学习一下？对，我肯定都那个看了看，但是就是也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就感觉反正下的棋很那个深奥，我们觉得就很多棋我们还就是不是知道它具体是什么意思，到它是怎么想的，就是非常想解读一下那个，只看得到它的这个招法，对，剑法，但是看不到这个内涵啊。也就是为什么咱们去做这个，来做这个节目，做这个解说，也就是将阿尔法狗自己的想法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一起来复一个盘，看看这些下法它具体它是怎么去想的，是真正的解读，对吧？对啊，我也希望这个谭笑通过这50盘棋，然后包括我们今天对阿尔法狗的一些解读，能够让自己再能多领悟一些东西，也祝愿谭笑，祝愿能够在这个月底。对，击败朴允训。好，谢谢，也希望就是能通过这些棋让自己思路更灵活一点。我感觉就是，现在看这些棋，感觉思路开阔很多，大家都是这样的，都有这种感觉。对，这也是我们所期望的，一直希望就是将阿尔法狗作为一种工具，对，帮助我们更好的探索和了解围棋。好，开始今天的棋局。每天我都重复同一句话，不用介绍黑白。是，二连星开局。二连星对向小木。对，之前录的每盘棋都是，有很多星小木的定式。这可能是这次节目里面第一盘是脱退定式啊，第一次出现。对，高挂脱退。因为他大部分人都是低挂的嘛，一低挂一小飞，这回他终于高挂。是不是因为他是这个向小木也有关系呢？可能是因为向小木的关系，但是也有可能是就是一个随机性心情，但有时候会下高挂，有时候会下低挂，都认为差不多，就是觉得在这个当前局面下没有什么好坏之类的，没有唯一的一手的概念，也不是说当前局面下这步棋是唯一一手，这还没有，毕竟只有四步棋嘛。然后这个时候呢，黑棋选的是粘。这个我想提问，跟樊老师请教一下，在我看到的50盘棋里面，这个所有的白棋脱退之后的，就是黑棋这一方，他的选择都是马上接的，对，他既没有脱先，就是也没有虎，没错，他是不虎的。其实我们，可能感受当中呢，这个局部黑棋的下法呢，就是不是只有接，对，虎一个是很正常的。对，然后或者这边挂角低挂和高挂也很正常。我们最常见的应该是低挂，低挂是吧？我觉得，高挂也有，高挂也有，但是就说，低挂常见一些。那他为什么每次都选择这个接？这里面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虎的话会怎么样？我也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实话，因为这个定式，我想我从小学习就学过它，对，脱退定式啊，虎一个粘一个。而且在我印象中，有一段时间好像粘的人已经很少了，对，就是有一段时间好像都是虎的，那后来又回归到粘了。那我就很奇怪，为什么之前跟李世石下的时候那个版本，那时候他是虎的，而慢慢他变得不下虎了，只下粘了。然后后来我看，如果黑棋虎的话，
就是咱先不说这个情况下、嗯、在一般情况下火的话、嗯、白棋一般有两种选择、嗯、第一种是脱先、嗯、而另外一种有时候呢会选择飞飞、啊、飞起来对飞起来、啊、但这个情况下呢和如果白黑棋虎的话、嗯、白棋是会大飞收脚的、啊、就直接脱先了等于大飞收脚也算是脱先对、嗯、就是说白棋呢局部来硬的话要走就飞它是飞对这个跳是基本就在虎基本上是不会跳不会下这个跳的、嗯、啊那脱先我们还是理解因为我们也有的时候这个局面这个局部也会脱先那黑棋担心的是黑棋这个靠下来对那靠下来是怎么演变的其实这儿倒很简单它倒不是好搞一些复杂变化可以、嗯、简单搬一个就等于下成一个很普通的定式对、哦、一起白棋虎好、哦、这黑棋是虎的那、嗯、觉得可能脚上味道更好一些然后、嗯、再爬一下然后这地方黑棋竟然还是想跳一个啊，因为是虎的关系吗所以黑的会跳如果粘它就会粘 他觉得这样的交换已经是白棋相对能便宜一点点了更倾向于白棋、就是、对好像我们学的定式白的更多的时候是粘的对是粘的、啊、粘黑的有可能会长、啊、因为这个跟这个袜粘有关系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黑棋跳呢将来白棋这个袜粘会比较舒服一些嗯是的这个脚上无论是木数还是黑棋的薄厚对那如果虎的话就不担心对不担心就黑棋不担心白棋袜粘了嗯因为这毕竟还是损点木数脚上 对, 对而且黑的这个扳有先手的意味啊原来就是这么简单对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比较白棋比较常见的下法是不是这个团啊、嗯、应该是团这个也给大家摆一下大吃粘上大吃粘是然后白的搬粘搬粘、嗯、然后黑棋会有虎跳打这都有对这种下法现在可能会虎现在可能会虎啊、嗯嗯、这样的话跟刚才那个变化就是说我们可以看一下区别就是白棋现在是等于被完全被封锁了嗯黑棋等于白棋两边头都是被黑棋摁住对刚才等于白棋二步其实是有个头的对而黑棋呢相对来说这样可能是薄一些嗯你白棋这个子生命力还比较旺盛比较旺盛但现在就是黑的这脚上有点这个力基本上是绝啊这个力所以黑棋可以先点一下将来这个力是先手对黑棋其实外面也还是形状还是可以的是吧嗯啊这个扳他就简单搬是吧、嗯、但是一般就是在我们的理解看来这不是一开始白的被封进去应该不太好是不是他认为这样的白棋的速度可能是比较快就效率比较因为这边已经抢两手棋了、嗯、那边也先手拿住脚、嗯、尤其是有了他那个喜欢点三三的前车之鉴、嗯、再分这个脚是不是觉得就比点三三要那还很多了这个是吧、嗯、而这个位置毕竟限制了黑棋的那个发展、嗯、这个又是非常确实好非常大飞要比小飞要好一点嗯这个问题我现在范老师给我解答之后我大概明白了但是我马上又想提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虎白棋脱先黑棋靠下白棋就这样简单的应对那如果黑棋接的话、哦、白棋为什么不能脱先呢啊就是如果在下同样变化这两个差别不起也不大对如果比如说是这样的进行对再挤一个如果还是这样的话一成嗯就是我们感觉这个街和虎差不多我也有类似的疑问、嗯、所以我也查了一下、嗯、它的变化会发生一些不同、嗯、如果是粘的话靠白棋扳的时候、嗯、黑棋会连扳、嗯、它不给白棋出这个头了、嗯、因为这个地方黑棋是硬头了、嗯、那么白棋局部只能是打是这个对黑棋接上白棋接上、嗯、然后黑棋简单的飞嗯那现在白的接白棋如果靠这个的话、哦、还他说靠要出头、哦、这样的话白棋可以拆杠还是一个方向的问题这样等于黑棋是两边都走到对那如果白就简单的接上黑的是会继续补一手还是要脱先呢这我还没有查不过我觉得可能如果咱们就算补一个的话这个跟那个靠或者、啊、他会不会直接补这边来呢比如说我觉得会两边的拆选一遍啊、嗯、那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跟当时这个变化咱们做比较黑的这对对对、嗯、但刚才就是白的气长一些然后黑的但是黑棋的多花手棋是吧嗯
对，嗯，确实有些道理啊。这样的话，黑棋不是更舒展一些？对外面来说，虽然给你两个空气，但是这边有个子，然后那边也不是那么硬了，感觉。嗯，确实，看上去黑棋确实也还是不错。那黑棋这个拆，我觉得都有可能吧，拆两边。对，嗯，这个。但是就是樊老师看到变化图里面，白棋是觉得要靠出，就是没有接的啊，对，要靠出的，然后黑的拆，这个，嗯，但是白棋是，就是说他是不会这么下的，白棋如果真要这么下的话，这是个变化，所以说白棋一粘，白棋还是要跳，啊，就是他白棋脱先，并不是担心黑棋挤，对，如果挤的话，这我们相信大家应该可以理解了，就会这个虎和接的差别就不大了，是，所以说为了体现这个接。这个接的开始这样搬下来的，嗯，其实也挺连贯的这个思路，嗯，他认为这个头可能更重要，把白棋封在里面，嗯，这个接和虎的这个区别，经过樊老师的讲解之后，我大概是看明白了，我只是负责将阿尔法的想法搬出来，其实我是因为我们从小学棋哈，就可能理念确实还有些不同感觉，嗯。那黑棋这个它每盘棋基本上都是马上接的，对，它如果比如说我们下的时候经常会就这个地方可以先等一等，保留，先比如说先挂，那它就会断，先挂就断，它就断，那这个变化的话大概就会演变成这个样子，嗯，这里是跳的，然后可以从这边长出来，小飞，小飞，小飞，嗯，白棋这时候应该是招牌的点三三之类的，点三三，对，啊，那看到星不点三三，那一定手痒的。手痒。这个棋我有个疑问，就是如果一旦黑的大飞，白的是会靠出来吗？这个地方？你是指在这个情况下？这个时候？嗯，对，比如说或者我黑的长一下，先长一下，嗯，再大飞。这个我没有查，我还真不知道，因为好像是不是有下过？对。白的棋手下这个前两天就看到一盘白的尖尖，就是我们之前对棋手下出来的，哦，对棋手下出来的，就是下这个比较多，比小飞还要多，对，但他好像很喜欢小飞，他很喜欢，而且我见他就是一走好像基本都是会靠，他应该是会靠啊，白棋不太喜欢这个定式，对，不太喜欢尖的定式，都是靠这个，靠黑的会搬外面，嗯，下成，然后现在他是双还是会怎么走，我就不太知道这个。樊老师可能我真没有查这个，嗯，他好像不太喜欢被封进去，不喜欢这个棋形，不喜欢被压迫，对，完全封进去，就像刚才那个变化，他不喜欢白棋被黑棋封在里边，啊，因为他总觉得好像是外面黑棋有些先手，白棋必须得下到里边去，这样交换他经常是无法忍受，啊，这个概念我们大概是能够理解，和点三三不太一样，对。点三的好处可能因为外面那个后势可能并不是那么厚，他觉得好像不是当成后势，他经常还要点一点，还攻击一下，像我们原来学的点完三三一搬粘，别人就是一个外势，非常那个完整的外势，啊，就是现在是这个意思，嗯，那实战呢也是先把这个接上，嗯，然后再接地吧，嗯，就是看他资产多了，他下把都很招牌了，已经觉得这种卦在这个场合下一般就只有这个了。这个如果是白的去夹击，黑的会走什么？那就比较一般夹击，他都是会比如说加在三年高加，他一般都是会飞压，一般都是飞压，好像这边一旦有子或者黑棋战斗比较有利的时候，他都是会选择飞压、嗯，一般白棋是不会在这边，这样白的爬了，黑的就去夹击白的，是吧？具体的变化我没有，我当时没有往下去找，嗯，但是我想他可能觉得这个白这个子的位置并不是很理想，哦，尤其是黑棋这边已经接上，嗯，这跟这个段还是有本质不同的，对，嗯，是的，这个等于是白棋算是打入了，对，啊，这个其实也位置也比较尴尬，嗯，一旦黑的这边压几个时候会受，黑棋很有可能就继续压，就他以他的棋风一般就会继续压下去，啊，嗯。这个子压力就会越先给高墙，然后再攻击白棋这个子。对，所以说他觉得还是这样的飞显得比较从容一些。嗯，就是他的理念确实是比较有意思。嗯，实战呢，黑棋这个拆变也很有意思。好，这个棋我好像在五十盘棋里面是看到，对，看到过有一盘，
也是这样的开局。嗯，一模一样吧，一模一样、嗯、好像是第六局还是第几局，比较靠前面的一局啊。这个这步棋拆边的选择，之前我是看他拆过这种位置啊、嗯、这个局面下他拆在这里，这确实我觉得正常思路好像是大概是、啊、拆在这里是比较正常，我觉得或者是按照这样高拆、啊、他这个局面应该是我他要他下肯定是往高处走、嗯、不会往三路下应该、嗯、我想他下这个目的也无非就是觉得既然两边都有打入，我不如把一边下先厚一点，毕竟这个比较结实了、嗯、你打入的话这个方向他是觉得这个就是很厚是吧，因为我们觉得这一旦被白加过来他挺重的，觉得黑子有可能还会受攻，我觉得不会，他应该不会觉得自己厚吧、嗯、应该是觉得这个方向就是说如果白棋走这边的话本身也不是一个特别宽的方向，嗯，那么这地方如果黑棋在战斗中能够腾出手来、嗯、再去抢一个先手啊、嗯、会不会有所意义呢，嗯，可是一种战略的一种，嗯，方老师也就是说这个拆在这个位置当然也可以了，但是好像两边都有打入，而且可能对白的压迫要小，嗯，这样即便白棋退先、嗯、比如说这个来个招牌，对对对，那将来黑棋这边自己走的时候好像不是特别好走，是如果在这里我们他有可能感觉有可能会这样扩张，这个好像比较舒服、啊、这个、黑棋这个、嗯、但这个位置好像就不知道该走哪边了，嗯，确实也是有种邀请白棋进来的感觉，腰战，哎，就这个你不进来、嗯、一会儿我再走你就没机会进来了，而且好，那实战白棋就应邀而入了，嗯，双方达成了某种默契，对，他的棋很经常会有这种默契的感觉，白棋跳，嗯，这都比较正常了，嗯，也比较好理解，嗯，把黑棋避过来，黑棋下的非常积极，确实感觉在这时候现在去避过，感觉这个黑的出头是正常的感觉，对、啊、是吧？我觉得白的现在如果这一跳过来之类的，感觉黑的这两个字挺苦的，看着。那个在我们之前说过有一盘一样的开局里面，那盘棋白棋是下到这个位置，就是我们也正常的感觉吧，嗯，觉得把黑棋封锁在里面，黑棋如果不管是从这边拖啊还是这个在角上做活都会有点苦，但那盘棋也挺惊人的，我印象很深刻，下这个是在这里，这个就很难去用我们直观的感受去解读，所以这个背后的变化肯定是相当复杂的，很有意思啊、嗯。就是说，既然他会下这个，嗯、也就认为这个棋、嗯、这个方向也不是一个不好的方向，嗯、应该就是他认为也是可以下的，嗯、只是在这种场合下可以下的棋肯定很多，嗯嗯，就是一盘棋他下这儿了、嗯，另外一盘下这儿了，就这意思。但是作为黑棋这一方也不会说你把我封住，我就马上去下面去怎么去寻求安定，他也是这种找法，我感觉很难想到。用我们那个逻辑思维的话很难想到，对，虽然想到我觉得也无法驾驭吧还是想把棋下的外面宽的地方，可能、嗯、他不想把棋局限在局部这种，嗯嗯嗯，他是我们感觉是黑棋做活会把白棋撞后，那白棋黑棋这步棋呢有可能是希望这个瞄着白棋的弱点让白棋去补棋，然后把黑棋顺便帮黑棋走棋啊、嗯，咱们这两天录的这个每盘棋的解释，就是这个讲解，我发现一个特点、嗯，就是在任何时候他都不会去单纯的防守，嗯、他永远都是以攻为守，嗯，好像没有说是一对方一攻击他，立刻就是以一个特别退缩的方式来去防守自己、啊，一般都是我先以攻我的时候，我再反攻一下，嗯、对造成压力之后，我再寻找防守的可能性，嗯，好像每盘棋都有这样的，嗯，啊，以攻为守。实战这样进来就是尖的啊，变招很厚实啊，对，不起先跳一下、嗯、把自己加厚，然后飞过来啊，真的只是跳一下这个接下来再接着跳也是很大的一步棋，是吧？对，因为跳完第一下不跳第二下觉得是不是有可能会亏啊，被搬起来的时候是吗？对，一旦被搬起来他是不是不跳的话担心白的将来有这种担心吗？有可能吗？是不是有这手但是黑的尖一下不是也还行，这样白棋就得马上接着走啊，
这个又只能猜测了，判断不出来，判断不出来。嗯，他可能觉得这样交换一下，黑棋稍微厚一点，嗯、这边的战斗之后白棋变厚以后、嗯，黑棋会不会压力小一些？嗯，或者担心可能就没有机会走到那个跳了，也有可能。有可能。好，后飞这个。就我看到这个飞，还是有点小吃惊的。虽然说这个阿老师的棋有太多让我们吃惊的招法了，但是这部飞，我觉得正常的感觉，好像就是我的感觉啊，是不是总觉得想把这两个字处理好？就比如说拖一个，局部或者尖之类的尖啊、嗯，尤其是有了尖之后，是吧？嗯，感觉这一下如果黑子现在跳出去，应该也是很正常的一步，跳出去，因为跳白的跳黑跳这一下应该便宜了，感觉嗯。感觉黑跳出去不是白的应该还在受攻的这种状态吗？嗯，一旦被白的跳过来，就白的彻底脸红。现在这个没看懂是什么意思，关键这我如果从先看看我这步拖行不行？拖白的也是退吧，拖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变化。拖的话，白棋一般他认为黑棋局部最好下法是立啊，虎下亏了嘛？那倒是。首先，你立的白棋也不会长啊。如果白棋要长的话，嗯，黑棋跳，啊，我觉得这个长本身就是亏的。黑棋这个形状很妖娆，很妖娆，因为这边可能已经有度过了。但是黑的形状很薄啊。不管，就觉得虽然薄，你可能冲击我也不是那么怕冲击。阿尔觉得不怕冲击，所以说这样情况下也是好压的，好妖娆，就觉得黑的虎下应该是比较完整的棋形，就是黑的。他现在交虎还是可以虎过来嘛？啊、嗯。因为白棋在认为，但为什么他有这个想法呢？是因为他觉得这个虎可能虎不到，白棋可能会打过来啊。那黑的不能单尖吗？这个棋，这个我就没有看了。单尖从他的逻辑来说，就是即便白棋退也是可以接受的，对，也是可以接受啊。对，但是这道理，在我心中，黑的这棋形是单尖的，嗯、因为脱了力应该是怕别人要长一个，对。否则脱力的棋形被长，感觉这边有点薄。那如果咱们再看一下这个长。和这个跳的概念，嗯，这个长白棋是挺厚，但是如果是这样看的话，这个白棋本身厚薄差的不是特别多吧？对，就说黑的变薄了。对，但这个会是这对这块棋是好很多。将来这一手棋就基本上跳过了啊、嗯。如果你局部没有什么直接冲击我的手段，嗯，以后有可能会靠，但是现在应该不太成，确实，嗯。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路。因为我这个从小就学这个棋不能靠了力，因为长这个明显这个挤的这个变化，类似于觉得一个不太好的形状。对啊，这、嗯、樊老师刚才说虎是虎不到的，是担心白棋打是吧？对，担心打。这个我稍感吃惊。他是不是黑的打了打白的就粘完脱先了呢？嗯，是这样。就是第一感搞好像这白棋子挺怪，觉得黑这个子位置还可以，还要虎一虎，然后跳飞一个吧，连上。这样好像虽然好像黑棋把白棋的形状给撕开了，嗯、但是好像白棋的子很生动，嗯、黑棋这子价值反而变小了。黑棋的形状并不是那么好，嗯，这个地方有点，是下面的连过尖段、嗯，还有尖段，嗯，给人感觉好像是黑棋包抄了白棋，又被白棋反包抄了，嗯。所以说这个局部黑棋要走是拖个力，但是拖个力他觉得并不是他想下的，对，不是最理想，不是最理想。他是不是不喜欢就把棋下得很慢？就他还是追求效率，嗯，像这种长应该和跳本身觉得不会亏，就是，嗯、但是他觉得这个跳可能效率更高一些。他对棋形的厚薄各方面的认识比较特殊一些，嗯、我想这个跳一定是对这边的厚薄产生了直观的影响，嗯。好，实际上它是飞，我想这个可能也是为了针对白棋的棋形吧。对，那未来有一些变化什么的。这个地方眼见的白棋这个是有一个缺陷的这个形状，但是黑的又不会马上的去动，嗯，这也是比较有双方拿捏形状，嗯，因为白棋如果要补的话，不管怎么补，可能都会帮助黑棋加强这两个子。嗯，就这飞给我感觉就是。别人走的时候不太好走，但不走他拿别人也没什么办法。嗯，就是现在要我去下，肯定想不到，就是这个选点，我想了一下，我就会给排除掉的感觉。另外一个特点，我发现是他对目数的这个均衡，嗯，特别在意。嗯，因为这边白棋有一个角捞了很多目之后，黑棋马上这边
就把木薯能搬回来一点。实战的话，白棋是飞鸭，嗯，黑棋爬，白棋长，黑棋二五小飞，感觉很低，但是毕竟木薯上还是拿到了一点，捞个点木。嗯，这个双方始终是一个，在地和士上保持一个均衡，均衡对。但是感觉看着白的挺舒服的，看着白棋舒服啊，对，就我们知道，谭笑是一个大局观非常好的棋手，这个也是聂老的得意弟子。对对对，大局观，我在我的感觉里面，就是在中国的年轻棋手当中是非常非常鲜明的啊。这个他的判断是白棋这步是这步，对，我觉得就是感觉看这个棋形，白的就是挺舒服的，然后黑的都在像在里边，下面对。这确实给人感觉这突然这出一道一个势，还是很完整。本来觉得黑的如果跳出来，可能白的还会有些薄。现在白的一走过来，就感觉后薄逆转的那种感觉。嗯，那之后一步棋比较有意思。嗯，走这时候黑棋点了一个，也是很神奇。他还是那个概念，嗯，就是不愿意单纯一味的防守，嗯，还是要寻找这个攻击的可能性。嗯，这个白棋，他觉得白棋的形状。虽然走了那么多个子了，但还是有一些破绽的啊、嗯。白的贴住呢？对，实战就是贴住啊、嗯。然后黑棋这时候又抢了一步。啊，这个什么意思？这时候我的感觉跳是跳这个啊、那个嗯，我也觉得是。应该这是台下也是觉得跳这个，连我都是往这想跳一个。因为感觉这个角现在由于有黑的这个子，感觉这个很小啊，这个还没这边手脚大。嗯，就是直观的感觉。嗯，首先，嗯，如果跳的话，他就会点三三啊，点三三招牌的东西，嗯、就是局部。他认为这边一跳点三三是一个好时机，好时机。对，其次，我想他飞这个应该是跟这边的变化是有些关系的啊，跟这边的对，他有一个想法，好长远。嗯，就这边的战斗之后，可能这个飞会对这边不是会对这边战斗有影响，嗯，是这边战斗结果之后，这个飞的位置可能会还不错。嗯，因为感觉现在如果白去挂这个或者点这个三三应该是比较小的、嗯、就是感觉应该没有这个角大，就看着嗯，一般说往宽的地方走、嗯、就是感觉他可能确实我们现在单看这一步棋确实是看不出他的这个、嗯、对好坏这个、嗯、是不是我们后面的进行我觉得反而是话中有话后面的进行那既然黑棋飞这个白棋把这个搬起来嗯，就是嗯，白的好像那个下的都是我们的感觉，对，白棋第一是很厚，嗯，步步为营，对，第二就是徐徐的，就是像黑棋的保卫，这个而确实这个很薄，这线也不活、嗯、因为黑棋将来这块棋就是做活的时候很有可能比如说要用到这个脱退，对，那脱退完黑的这几个子压力很大，或者说黑棋这块棋要处理的时候也可能会从下面做眼，这伤了两次，就两边总是会伤到一边，嗯，对，是的，这个时候白棋搬的时候黑就出招了，黑棋尖啊、哦，这个尖我之前想过，我觉得好像没什么用。我感觉没什么用，是指白棋在哪里退一个呢？嗯、就是这个问题，我想问，退一个。因为我当时就觉得黑的这个不飞肯定是明显瞄着白的断点、嗯，但是这好像看着没什么用。对，这个我们直观上来说，就是黑的接着走很有可能是想冲。对，那白的继续冲，白的冲，黑的如果冲出来。嗯，白的这个哦，它这个黑棋非常舒服的一个形状。这黑的这几个应该都是单关的那种感觉。哎，这个尖也比较，形状也比较惨，看着好像不太连贯。是黑棋下面这个等于是被白棋分割开了，这个黑的应该肯定不好。对，那应该是不是这个冲是吧？不是这个冲，他的下法挺有意思的。嗯，他会下这个尖。这个很难想到。这个谭笑要好好的品一品，对不起。这个将之后，这个冲变得成立了。白棋因为就对这个黑的顶一下、啊，咱们可以摆摆。如果白棋冲这边先、嗯、对的话，那黑棋这一冲，嗯，就把这往前走完一虎、嗯。这时候黑棋有个顶的手段，嗯、要冲出来要断，白棋是不行。就是 A B 键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出他当初这个交换这个有用了、啊。如果没有这个交换的话，黑棋这个形状是一个不成立的，是一个崩溃的形状。现在有个这下交换，然后马上有生出这个顶，嗯，让这个冲和这个断成为键和。现在这个变化我是看到，但是如果白的补这边，黑的就是要拖过是吧？对，他就过、白的是不在啊，是飞过的，啊、但是不在，我就补进跳点吧，跳点，不好意思，跳点，然后黑棋就这样，啊，就飞过。他一旦一过的话，可能这两边就不用再的千丈基本上就还完了。
这样白棋这部班的效率也会相对降低一些。但是如果就是说单纯这么过的话，我觉得要是我就直白的也忍就忍，因为黑的过的也没什么目数感，嗯，而且以后会不会有还是有一些，嗯，还是有一些味道，嗯，有一些保卫。但是作为阿尔法狗是白棋一方，他觉得被黑棋度过了，他可能觉得局部花的手太多而没有得到具体的利益，嗯，他觉得战果不够显著，这边毕竟白棋还不是说是拿到多少目数，嗯，所以说他实战是选择了更强硬的，对，就直接进行战斗了，嗯，挡住啊，他真的是这么多盘棋我们看过来之后觉得他很少会有退缩的时候，对，就是除非是明显不行，这个永远是不怕战斗，一般都下得很紧，确实那个就像刚才说黑的尖完了往这尖，这个棋感确实没有没有这个棋感像尖的时候我觉得白的一般也不会去挡，因为感觉挡被一段好像明显不太成立，对，直观上觉得很危险，白的很危险，对，感觉白的这一挡好像中计了那个感觉，但他应该是有深远的计算吧，我相信白棋黑一段白棋立，这都是没办法，黑团住白棋跳，那这样的话白棋这个角是死棋啊，局部定死啊，嗯，然后黑棋尖住，白棋是先把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了，对，先把自己弄在里面置之死地，然后白棋虽然白棋脚上不活，但是这边压力是不是会变得更大，一旦这边白棋变厚了，嗯，上面的黑棋会压力很大，就是他是想弃角然后走在外面然后攻击上方黑棋是吧，可能也是看黑棋的选择了，嗯，这个确实如果黑棋比如说简单的贴完了可能顶住正常的，嗯，然后白棋是不是顶住，这样的话黑棋这个角上其实要吃白棋这个角还是得费点脑子，算一会儿再算一会儿，嗯，就是可能比较好的结果也是要被白棋收弃，估计袜粘可能是最好的袜粘下法，因为被白的粘一下的话好像气有点长，嗯，这样可能白棋比如说粘上是吧，这样黑棋应该是能够通过收气杀掉白棋，嗯，但是很有可能是会白棋被白棋收气，被白棋走得很厚，而吃掉脚给人低感的目数也，如果收气吃目数也不是那么的大，对，不是很大，嗯，这本身也花一手棋，然后这边的归路是彻底断了，嗯，上面五个的压力就很大了，啊，就是白棋弃角，嗯，可能也是双方为了更多体现每个子的效率吧，嗯，所以我觉得黑棋的想法也是怎么样将之前白棋每个子的效率尽量降低，嗯，比如说这个子，现在这个子效率肯定是非常高的，嗯，说到这我想起来，不知道是哪一位就是职业高手说过，这个跟按阿老师下棋，如果一旦被他弃子。你这盘棋可能基本上就要交代了不怕他跟你杀，就怕他弃子，就怕他弃子啊！这弃子的能力超强啊，他主要是判断形势的能力太强了，嗯，他一般弃子就说明他判断形势对自己有利了，嗯，实战呢黑棋也是挡，白棋爬，黑棋搬，哦，这个地方可以搬的，白棋搬，就是我们第一眼看上去这扳好像哎被断了怎么办，嗯，好像是断了立就可以是吧，对，那弃子，对，黑的是可以把上面两个子弃掉，嗯，白棋扳断，嗯，这样白棋只能吃，这样确实不用收气就好太多，而且这边要连下面还是有后门的，哦，这样等于白的就有可能白死进去了，黑的等于是已经是活起了，嗯，不用收气，目数差可不是一点，是对对对，刚才这个角可能也就能数出个十二三目，现在连着这条边可能二十多目了、嗯，哦，所以他敢搬下来，对，所以白棋这地方不能断，嗯，所以黑棋搬的时候白棋是反搬，黑棋粘上，白棋贴住，黑棋断，这里的变化非常有意思，这是马上形成一个转换了，嗯嗯，就是白棋还是不能忍受这两子被吃，嗯，所以白棋粘上，嗯，黑棋长，黑的长，白棋搬，
这样等于白的弃四个。对，然后呢，利用这个吃的先手，嗯，将白脚上的救回来。啊、哦，吃现在黑的不能接了，对，接白的一半死。啊，这样，我刚才说黑的是不是有个后门？好像连后门都没有，过都过不去这下面。嗯，那黑棋等于这样就崩溃了。嗯嗯，所以说打的时候黑的是不能接的。对。所以黑棋选他实在下的比较妖娆吧，从这个结果好像都是一样，跟单扳啊，这正常我们一般收气的感觉总是扳这个，对，是吧？白棋下面两气，嗯，他实在拖在这，其实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更像手筋，对，感觉挺漂亮，结果是一样。哦，实在是下成了这个，等于是黑的通过间断，然后黑的等于自己和那边联络了，嗯，对。那这个我们请，我首先应该是不用问樊老师形式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对每次问都是同样的一个答案，差不多，差不多啊、嗯。那所以我们只有这个，请谭校以我们这个棋手的眼光来分析一下现在这个局面，双方这个局部的得失、啊，双方的得失以及现在这个全盘的感觉。嗯，因为之前就是下到黑的飞扳的时候，我是觉得、嗯。就是让我选，我肯定选白棋。嗯，因为我觉得黑的比较薄。嗯，然后通过这一串，好像黑的这两面联络。嗯，就是黑的等于通过这间断这手棋、嗯，然后现在白的等于得脚上一些目数。嗯，现在我就是这个形势好坏我是不知道，但是我觉得黑的这个飞跟白的这个扳交换，黑棋好像是还可以的。啊，又做得了。嗯，因为这个扳如果是跟后薄没有关系，这步棋应该很小。嗯，价值是很小的。嗯。就是当时我们还非常为黑棋担心啊，这两块棋该怎么处理、嗯、觉得被白的这一扳因为黑棋很薄，对，主要是比较薄、嗯、为什么觉得黑的不好、嗯、这个确实好像就如樊老师所说，黑棋是有些预谋的啊、嗯、他是想到了之后的变化，现在好像实控上白的是接近三十目，嗯，这个角十八目差不多，十八目可能点，就是你要点目的话稍多吧，就是差不多，差不多这两个十八目差不多啊。嗯，然后就是基本控嘛，这是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目，十二三就是三十目。就这个外面，因为现在不确定嘛，不好点，嗯、就基本控是三十目、嗯。那黑棋这边呢？这是四个子八目，九十十一十二十三，接近十五目应该是，差不多算十五目、啊。因为这个地方白的还欠一点，十五目、嗯、黑的应该是有。嗯，然后这边。这个不太会点这个地方，这个你能这样扔一子儿了，不能这么算是吧？对，如果这样的话，黑的是不好选这样，黑的肯定会选择这样，黑的选择这样，对、啊、对，这、嗯、如果这样的话，黑的目还挺多的，这十五、嗯，这能点出十一、十七，然后黑的这能点二十目，肯定是二十目，就黑的有三十五目，对，然后这还有一个角，然后黑的白的现在外面有条边，应该是确实是军事啊、嗯，差不多。这经过谭校的分析和点目觉得差不多，那我觉得这一串说明黑的下的不错，我觉得 黑棋还是成功了啊，因为本来我觉得这五颗子非常苦，因为如果黑到单关跳、嗯、还不知道得跳几个、嗯、有是我这两天咱们在录这个解说的时候我也发现了，就想观察一个特点，嗯，就是咱们对后薄的一些分析时候、嗯、经常是会有很大出入，是，但是那天我记得跟长哥、嗯、咱们摆那个那盘棋，嗯，一个特别明显的结论就是什么棋最后，嗯，两个眼最后，活棋是当时这个棋白棋觉得挺厚的，嗯，但是它毕竟还是有些弱点，不管是这种将来如果黑棋厚这边就尖冲啊，尖断啊，嗯，或这边的顶断、啊，包括这个断，嗯，虽然这一串黑棋拿到了不少目数，嗯，或者是联络了，但是现在这个白棋是绝绝对对可以说是厚的。嗯，而且是非常完美的后，这个嗯已经无法冲击了。嗯、听发这么说，我觉得白棋这块棋是不会有生命危险，因为我们上一盘录制的时候，就是请连校来讲解这盘棋，真的是下到后面你无法猜测最后哪一块棋是活的。对，就是这样，就是哪块棋感觉最后都有可能会死。当时唯一确定就是有两个眼的棋，大概就两三块是有确定看到两个眼了，其他都看不见，最后都有可能死掉啊、嗯。而最后确实也没少死，该死都死了。就是等于白棋现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后世了。对，可能白棋这方也是觉得他比较满意，就是将这个彻彻底底垫后了。嗯，而且 AlphaGo 对这个中府的这个掌控
是有自己一些独特的想法的。嗯，好，实战的话，因为现在该排一下了，真的该落后了，垫脚，必然的一手。对，这是最后就这么诱人点还存在，那毫无疑问该点三，点三。嗯，现在黑子面临一个打哪边，确实我觉得就是挺麻的，用我们挺麻的啊。这个比如说，一般总觉得往宽的一边挡，那就是挡这边，嗯，是吧？啊，因为黑子其实现在基本上要把脚给吃掉，我感觉现在就是黑子如果走一个外势，好像一点意义都没有，而且还有可能被攻。嗯，就是比如说像谭笑所说的这个黑棋走后势就是这样。或者说自以为是后势，啊，对对 对，应该是自以为是后势。嗯，这样白棋白的会马上点吗？不会马上点，也不见得，有可能会点。这个我这个点是吗？有可能，啊，对，嗯，有可能。如果他判断能点得着的话，他就会点。如果不点的话，比如说这边走，就这，嗯，就加一个，嗯，好像确实不是很后势，就是对这个，尤其有这个在那儿对摆的。对，这从全局来看，黑棋在走在外面好像意义不是太大。对，因为刚才说的就是黑的，比如说这边黑的可能贴不出目，但是如果我说黑的还有个星，还有个边，嗯，那么白的点完角，白的好像有个六七目，然后黑的外面反而黑的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然后那瞬间好像就不太够了，就可能会这样。而且这个角毕竟还没有拿住，对，白棋还能点角，对，所以说黑的是不是就是说这个图会选择连扳，然后把这个角给吃掉，这样，哦，明白？那台下的意思就是黑棋挡哪边？其实是决定的是就吃怎么吃脚啊，对，是吃在哪一边啊，然后这样黑这样的话黑棋会打了，嗯，就说这样的话会不会黑这边有条边，那个因为感觉这边比较小嘛，啊，是不是这样分析的。这个如果从这边挡的话也是成为就是白棋这个只提在这边，实战是黑挡的那边，黑挡的这边是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难的判断。对，就是说感觉要是你会走哪边？我走哪边？我们的一般的观感上来说好像更希望把这个作为黑棋来说更希望把这个后势走在宽的一面，但这个局面或许还是有所不同，因为白棋这边真的是太厚了，它向中腹辐射的这个威力很大啊。也就是说黑如果选择这个方向的话，嗯，可能白棋更能更好的利用这个后势。对，因为白棋毕竟是眼见这个地方还是十几目棋，对，接近实地化了，而且白棋这四个子提在这边是很厚，很安全。如果提在这边呢，将来说不定还有被攻的可能性。实战也确实那边遭受了一些打击，是吧？我只能就是以我的理解这么揣测一下、嗯。其实我想，可能黑棋两边挡差别都不会太大，嗯，只不过在这个局面下，阿尔法狗更倾向于挡那边啊。还是根据全局的一个判断，对，嗯，实战就是打这边，对，然后选择同样的一个局部变化，嗯，就是方向，对，反正黑豆我觉得这会儿确实应该都会去吃脚，嗯，因为走外面是没意义的，对，这有点，你要看出来，但是一提，嗯，但是感觉这棋形就是，如果我下的话，就白的逼住。但是我觉得这有可能白的会形成一些模样，白棋形成模样啊，对，就是因为两个图嘛，就是如果这个图的话，就是担心这样，嗯，因为一旦就是如果这图黑的走的话，那确实白的有可能会受攻，嗯，这是感觉。实战的话，他也是贯彻那个三三的意图，嗯，就说因为他觉得外面已经很厚了，嗯，那么他就继续把该绕的孔都绕了啊，是不是也因为这个点？没有得手，企图把这个脚套掉，没套掉，黑棋没套到这个脚，黑棋奋力把这个脚护住，白棋点这个脚啊，也是根据全局的这个双方的这个薄厚呀，这个形状，所以说他说你这边没有刚才那么多目，对，这个时候确实我本来是想对比一下五六角，这个差可多了，好点目，这个发现马上就被点掉了。他很少利用这种后势来硬围中间的空，比较少，去围大模样，对，嗯，他总是用这个来做一些战斗的这个途径，嗯嗯，这个比较多一些。他先点这是不是因为他觉得他现在而且劫财是绝对有利，就是先有利，然后这边打吃什么的，一旦出现打劫，他觉得自己这个后势就发挥作用，嗯，
应该是不怕打劫。这个 leap， 这个顶着黑棋也有不舒服的地方，有一劫财。对，现在白棋真的是黑棋可能找不到白棋一个劫财，这个几也不是绝对的劫财，勉强算劫财，勉强算啊。黑子应该黑棋打不到，嗯，白棋搬，黑棋搬，白棋虎啊，这样就是这局不黑要再走就打劫啊。嗯，比如说黑的打白的一定是会做劫的啊，对，黑棋提，那白的立一下很舒服，这个立这个劫很完美，对，完全不损，这样提过来，对吧？黑棋的劫财好像就有点不太好找，这个扑有点损，对，扑完他这块彻底的真的火了，对，再也不惦记他了，而且目数上也是稍微有点损的，对，黑的粘住之后，黑棋其实黑棋如果扑的话，那白棋就可以打一下，就是找打的劫财了，确实，白的打变成不损的。黑的现在就其他地方可能是不太好找劫，那个几不是劫财吗？那个几现在白的应该会消了，现在应该不是劫财，没有那么大。几完主要是挖还是断的，这个比较纠结，挺挖的。就这个消了，还是黑棋整体都变得非常薄，好像。而且打吃完之后，这块就是一会儿被走的时候还要担心一点，没有活镜。对，啊这边。被逼住黑的太薄了，好，瞬间白棋的目会比黑棋多了，感觉。嗯，所以这个劫黑棋是不能轻易开的，很重啊。明白了。实战这段比较有意思，黑棋不仅没有开劫，嗯，黑棋还先交换了一下，他跳了一个。跳是什么意思？跳好像是把白棋送活了。对，这样的结果就是白棋一冲，黑棋一顶。白棋一团已经火了。以我的理解，就是他现在他觉得打劫打输了，他对他的损失小一点，打赢了也便宜一点，打输了也便宜一点。对，但是这个劫打不赢，打不赢。就如果他不打，就是跳我就看不懂。那他接下来打了吗？没有，没有，接下来也没有打啊。接下来，那他如果不跳，会是担心什么呢？这个问题我觉得樊老师应该是有所准备，我也是奇怪，这个跳一个不是帮着送活吗？他实战走完这个是下的这步棋，对，如果咱们还是奔这个地方去，你说咱们实战是贴下啊，贴下打下去，对，那么白棋会断，首先这能断我征子，刚刚好有力，这个断我第一感觉肯定是被征掉了，黑棋这么多，对，我在那看征子，实际上白棋是这个子用上了是吧？啊，对，这个黑棋征不掉。那这样打一下长出来，白棋退。这样一说，我好像就有点理解了，有点懂了。这飞在这儿，好像白的这个脚活得特别舒服。黑挡被白冲断之后有点薄，白棋一冲断，嗯，黑棋形状这一会儿再被飞一下是吧？好像黑棋的形状不是太理想，手指太低了。就是他觉得。啊，就这两下是便宜了是吧？如果是跳这样再断长，白的打，等于是刚才白的飞了贴了一个，哦、等于是贴对要做活，等于是贴了对。对，还要谭教授说的就是，这个时候白棋断掉之后，黑的还是退出来，白棋如果做活是这样的，对，那就等于呢，这个时候黑棋本来飞黑棋打的时候，白的应该会冲断，结果白棋是贴的缩回去做活的，而且黑的扑了一下还便宜了，对呀、啊，力还是先手、啊，对，黑棋扑一下。对，扑一下便宜了，扑一下把力基本变成绝仙了。所以说黑棋飞两下是防断，啊、他就防断是吧？我因为我没看到，我还是以为断被蒸了。你看第一感、啊，我以为是被蒸了，就是很容易感觉好像蒸子是感觉是白棋不利的，有点危险那边看着。啊，虽然是跳掉了，啊、对，这反正他从始至终他现在是不准备打劫，嗯、就是黑的先动是不会打劫，嗯。他这个偏圆之后呢，黑棋点过来，白棋做一个交换，啊、哦，这棋我还有一时、嗯，白的不是好像老师教过有一靠吗？都是要靠的是吧？对，这个棋现在不是走实地了吗？靠呢，我挡下去，这样加下来，我只有长吧，应该，应该是吧？应该就是我度过。这样你貌似拿我也没什么办法。但这样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我如果打你怎么办？打哦，就是黑的是去造劫，等于说现在开的话，黑的拿这个拐的，是不是有可能是劫财？等于我如果打拔，这样这个局部有点委屈吧？这样我再拐。对，这样被拐过，而且黑的力是先下的高啊。
就是我们经常这个靠是一个腾挪的手段，对，但是这个局面下是不是一定适用也不一定。听那个刘老板给我这一解读，瞬间我就看懂了，我是一个冒汗了，还没有让方老师给我解读，挺快，我解读不了，这个没有研究这个问题是吧？对，我正在慌神呢，刘老板出手了，这样可以现在挡下来，对，挡下来，攻击白棋这五个字，那白棋呢？贯彻思路，该断、啊、还是要断。这个先被打成两个倒把舞，这个打，然后他就咬着牙接上了，但是他不会咬牙了。让我来说，这个棋要咬着牙接上，这太咬着牙捂着脸，是吧？这个棋形太惨了。这个我们前面说，如果白棋这样只是打拔做活的话，嗯、其实这白棋活的效率很低的，很低的。嗯啊，黑棋可能就算补一个，啊、就算补一个的话，黑棋其实形状也是很舒展的。嗯。所以白棋实战是不能忍受直接活，嗯，他应该是也是连续的招法，嗯，飞鸦这边，他是有套招，套招，啊，这个飞挺好理解的，就是黑棋你要爬，我是要贴你，上面一贴这个棋形，这样黑的只能哇粘，哇粘，哇粘白的是不是直接打出来？黑的都快，是不是要垮了感觉？打出来吧。因为其实你要不打的话倒还好、嗯、就是我就忍两下就过去了、嗯、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一旦打出来我好像就崩了，可能是这样对吧？然后白棋长出来、这个黑棋风险太大，我觉得白的就如果黑的这推迟一下白的都弃子，可能黑的都要完了，这看上去黑棋确实是太凶险了，太凶险了、嗯、确实黑的应该不能爬，不能爬，这就是白棋可能宁愿忍这一下、嗯、也要把你断开的原因了。嗯，那实战的黑棋也是比较硬了，飞这个，是飞，飞的这个，因为白的挡黑的肯定要冲嘛，这一下、嗯，那感觉这个子的位置，他可以就是逼着你挡，位置很妖娆，这个，因为黑棋现在是吃不掉白棋这个子的，黑棋其实最想的就是一手棋把这个吃，但是做不到，嗯，做不到他就觉得这个飞是局部的棋形了，局部的棋形，这个。有它的独到之处，只能说，哎，这挡黑的是怎么办的呢？实战就白棋打下去，那黑就比较直观了，就冲，这白只能冲，再冲，啊，黑的冲啊，冲出来，再冲，哎，这个我下面走一手棋就是活的，我能不能就是臭一点啊？我不冲出来，我把这个子吃了行不行？那白的应该会粘吗？嗯，不会，他不会粘啊、哦，因为他也是先手嘛。啊、哦，确实，白的比我这好多了，就粘。黑棋下面是不活的是吧？那白的可能，我是不是搬这边应该就死？就是我会我家度过啊？这个等于白这个顶还先手呢是吧？我不用靠那，我家度过你，家度过就死了啊。对、嗯，结果黑家也补活，黑的还在补活，黑的一路啊，粘上吧啊，这边被抢抢。然后再打八，对，打八，确实，这看着白棋很舒服啊。这太大这手棋，把这个穿下来了。嗯、黑棋现在这还有保卫。对，对，就像之前说的 ，AlphaGo 总是喜欢在外面走一个、逼迫你在里边走一个没有价值的棋，嗯，他就觉得很得了。这个结果，白棋非常愉快。所以说黑棋这个硬着头皮也要冲出来。对，虽然看上去这个形状非常的烈，我感觉黑的很凶险啊。这个地方，嗯，尖一个之类的，就是。一会儿，嗯，他实战选择棋形呢是跳了一个啊，跳，跳跳好像可能跟尖的效果差不多，哎，尖是怕什么？尖黑的会打了冲吗？是不是有这种转换的可能性？这样，嗯，冲出，嗯，这样白棋应该只有提掉黑的吃，但看着白的也还行，这个就要判断了，嗯。这提完对黑的这边打入好像挺厉害的，对，这双方就各有所得。对，这白棋这四个死也比较惨，死的这个样子也嗯，那他可能是他的判断，觉得这个并不满足于转换，对他觉得单跳出来，因为这边毕竟黑棋还没有完全做活嘛，哦，也有这个原因，黑棋这下面局部还是死棋，而且可能一旦被黑棋吃后，顶黑棋全部都厚了。白棋这边毕竟还是有问题，所以打入会不会觉得战斗也就不是那么乐观了？是
但是他也可能也是想完全把这个用上，一旦黑这个变厚了，这个就没什么用了。这块跳不过黑的也不太好硬啊，这个形状看上去、嗯、是。从实战的话，黑棋也是老老实实粘上住啊，粘。虽然看上去这个是个鱼形，但其实可能是局部的唯一的一手啊，对，最强的最强的。这样的话，白棋吃不掉黑棋这三个。好像走别的话，不管你从这边打，这几个好像黑的还有一手可以冲。冲。这样你也吃不掉我，但是就是长得丑一点，哈哈哈哈，多挤了一下的，对啊，这样确实是稍微有点，这样我就说丑一点，但是过日子吧，是吧？日子还能过，是我打吧吗？应该要打吧，我这气还没紧，我啊、哦，我这气还没紧，好吧，打吧，嗯，黑的是不是得把这个头现在得出去，否则整个一块都没活，嗯，黑的可能需要从这儿长，嗯。这样不知道白棋是跳呀还是发力呀、啊、嗯，我总觉得这样好像黑棋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后势的价值依然还可以在，它依然可以影响到整个黑棋的死活，嗯，是的，而且目数上黑棋已经损失惨重了，到现在为止这半边的黑棋目数可能跟白棋差不多了已经。对，我们前面这个判断这个角当时谈笑跟我们号称是二十目，是不是因为不是说那个小目我有 角对，按那个点目的黑的是这边是到脚上是二十目墙，现在可以看到黑棋这是六目棋，白的也是六目棋，一模一样了、嗯。而且这块还没活，关键是。对，黑棋目数损失很惨重。他觉得这个手法虽然能跑，但是有点惨。实在是单接。对。一起贴。黑棋吃。这样白棋是粘不住的，对，对，白棋粘的冲，再粘的话一冲，嗯，白棋是不是就，对，这四个死了，而且白的什么都没吃到，那还不如我刚才我选择吃俩，好歹我吃了俩，好歹吃了俩，嗯，这样是不行，白棋贴这个这个吃，嗯，白棋炒，白棋是先打的吗？对，不好意思，要绞死了。我还以为长是那个用意是七角，然后吃这边是吧？没有，我摆错了。先做活，你做活。他觉得黑棋这个地方，如果因为总要花一手去提嘛，黑的形状也不是太好，嗯，效率好像也稍微有点低。对，确实这样，可能跟我度过也差不多，嗯、差不多，嗯。并不比你长得好看。对，这个如果被白的搬进去，哪个好的是吧？也是，所以实战解释了黑棋是长出来的。就这个头还是不能重要的，白棋跟着贴，嗯，这个下一手棋就可以粘出来了，对，嗯，而黑棋这时候确实没有去粘，没有提那个子，是跳，跑到这跳一个，看上去也是挺神奇的一手。那我想先问问，这正常我们感觉可能走这提吧，先把这救回来了。他有什么担心吗？搬搬，应该是搬吧，我猜。这个有点记不太清了，我有点。黑的反，黑的应该不敢断的话，就只有反搬。当然是我长、哦、是吧、嗯？好像是虎的。我这一点记不太清了，这地方。哦，对对对，搬了一虎，哦。你这个还是想对这块棋有压力吧，压迫吧。这个直观上来看，就是这个虎进去和这步棋是见合的。嗯，因为黑棋如果是补这边，不管是走这个还是跳一个补一个，这样白把黑的这虎进去了，虎进去黑棋就逼迫着要做活是吧？虎可能黑的需要虎这个吧，虎这个那白就打一下。你打我是不是跟你拼了？我先把那个给吃了啊。那我是不是虎一下就已经便宜了呢？我再跳出来行不行？要不然这边能不能直接攻击黑棋？这我们只能猜测了。对，只能靠猜测了。嗯，就白棋觉得这个把黑棋唬回去是不是还是挺愉快的？嗯，确实。你这个时候黑棋就好像如果长的话，长啊，这边打入我感觉黑的要从二路迂回，只能这样是吧？而且一会儿没准还搞事情，白棋折磨。嗯，哦，那也就是说，如果白棋黑棋能先跳到一下，比如说跟白棋交换一下，嗯，
这样的时候你再打入，他可能要从这个地方穿出来听了就可以啊。这个交换一下差很多，就是说，嗯，反而意思就是黑棋跳，如果白的一单硬，黑棋再提掉、哦，对对对，白棋搬，黑棋搬，白棋虎黑的长，这样有个这个交换，这边就加强很多。是这样的话，你再进来是不是就可以战斗就更有利了？这好像看着白的很危险，看着白棋就挺危险的，差了一个子，差不多。这一下交换差太多了啊！这跳它是比较有深远的意图的。也是为了之后的战斗，他觉得白的脚也活了嘛，然后如果白的外边这个不算孤棋的话，这粘就十几目嘛，嗯，十五目，嗯，那这也是可以忍受的，十五目棋，那这个其实这个吃五个子如果吃到的话，肯定不止十五目，这个应该得二十目以上了，是吧？嗯，就单从目数，因为白这搬黑的，嗯，就是厚薄，就是看判断厚薄、嗯，这个好像很难，我感觉对于我们来说判断最难的就是判断厚薄，然后厚薄的判断又更难，是因为目数相对来说大家都数得出来，对，比较清楚一些，能够量化的东西都是比较简单的，无法量化就比较难了、嗯。因为厚薄是要考虑到之后以后的局面的演变，会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发生，就是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的一个综合判断。嗯、对，这个是太难了。对，就是我觉得像我们。下棋，嗯，只是，然后很多人对形势判断就不一样嘛，对当前局面判断，嗯，就很多就觉得黑好或者白好，嗯、就是都是觉得厚薄，然后判断以后、嗯，所以说才会产生的一些差别，嗯，而且我发现就经常那个问一个人一个答案、嗯，问一个人一个答案，答案都不一样，对，答案是都不一样，就是判断好像都不太一样，就是有的同样一块棋，在我眼中是后势。对，在你的眼中，说我一说你这个为什么是后势，一会儿还要怎么攻击你？嗯，其实分歧最大的原因可能就是在薄后的判断上。对，嗯，有道理。那实战的白黑棋跳，白棋就把这占上了。啊，这个感觉好像有点像两个，比如说。两个棋手下棋契合的那种感觉，对，你这个你要脱先，我这个就把先给吃了。是是是，其实很多盘棋我们都有这种感觉 啊，经常在契合，就是大家各下各的，嗯、你杀我一块，我杀你一块。嗯、当然了、嗯，有时候杀的块儿不见得死，之后还能再活过来的。对对对，嗯，粘的时候，黑这时候下了一步很有意思的棋，嗯，先直接立了，我觉得。对，立这个。又是一部先让我揉揉眼睛，看这是什么意思？这部戏，这个地方立单立，就是如果他搬粘的话呢，我们比较容易理解。搬粘，我就是我就能看懂。先手收官，把目收住。嗯，那现在立的话，好像就是把给白棋多一种选择，就是我要挡住你，有可能亏两目，但是你要是把我封住的话，白棋气紧，我要收气。但是我如果尖的话，你就首先便宜没劫财，这是、嗯，然后这地方松了一口气，但是这口气有没有用我不知道。但是对黑家是总好、啊，对，总是便宜，这样那肯定是便宜。所以说，就是要是按照我，那肯定不能忍，或者我就脱先，我就当做这下便宜了、嗯，因为黑的走的话，黑的难道不提吗？黑的是提，黑的。黑的会立吗？应该多半也是，但是立我粘下这倒是我亏了，粘和拐过，因为粘撞气了啊。但是如果这局不走，我觉得不能忍。对，实战他也没有忍，没挡住了，那不能忍了，这地方该打还得打。不管以后会发生什么事，黑棋一靠。还有，我感觉我们下棋的时候也是那个，就是有可能便宜一目，但是以后有可能会亏。嗯，然后。纠结特产谁啊？不能忍，不能先把这一步棋给先捞掉，管他以后再忍。这个我觉得，如果我们棋手实战当中下这个力，其实会让对手比较难受。至少这白棋得先耗，想半天，先想一会儿。而且如果挡的话，当然尖好解释一点，挡的话，这外围将来会，比如说黑的同样是吃掉白棋这几个，白棋在进来会不会有所不同？他这在判断，有可能花很多时间。是。但是我们也想不明白，想不明白。对，其实花很多时间想不明白，就是我们最后还是在纠结，哎，到底是退让一点还是？但是我觉得情绪上想，这个退让就反正觉得这地方被你便宜了，白便宜了，对，白为你便宜，那个不爽。可能最后结果一转机，我是赢了还是输了？嗯、要是赢了，哇、哦，胜招；要是输了，这个被败掉，怎么打这个？就是因为他，对，很有意思，这是一个很细小的一个地方，但是
还是挺有意思的。嗯，继续黑棋靠。嗯，白棋站，这牌只能这样。嗯，黑棋看里边。等于又形成了一个转换。对啊。对，这半边白棋没少吃木啊。刚才说黑的有二十木，现在是白棋有二十多木。现在白的这个，如果全算上是二十二，二十二是吧？对，黑棋减去黑棋的六木，嗯，白棋是十五，有十六，怎么回事？数据问题。十六，就是白棋十六，这个地方在白的二十二木应该有点软，有点软，对。但是就十五木吧，嗯，本来黑棋二十多木，现在白棋十五木，嗯，差了三十多木。但是黑棋其实收获还是很多，因为刚才是没点这边，就是说我们点这二十目，这边十五目，然后白的全盘是三十目，嗯，等于是白在这边差了，差多少来着？十五，三十五目嘛，差三十五目，就是看黑的在这边能围出多少目，嗯，这个。那谭相，你先看看能数得出来的，就感觉是吧？这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二二四二六。点到这地方这一带二十八三十目肯定是远远不止的嘛，嗯，就是感觉这块确实三十五目肯定是朝上，三十五目，对啊，哦，因为三十五目朝上该说排名五，就是应该是很细的，双方还是一个均衡的，对，一个均衡的转换，等于黑棋把这边的目数移到这个地方，嗯，等于是移到这整条边嘛，嗯，现在白的可能会去打，因为这边再被扳住再收气，肯定白的可能是不太能忍了。嗯，白棋从这出头也意义不太大，是吧？对，因为黑的已经活了，黑的好像并没有活啊，没有完全活净。嗯，就是将来白的应该是杀黑的，应该是走这个吧？啊，搬了一级是吧？对，黑的，但是这两个子好像对气比较紧，对，因为白棋要杀的话呢，是要冲完了点的啊。这局部虽然也是死棋，但是白棋上面气太紧，嗯，其实也是不太容易威胁到黑棋。对，挺难的一个事情。如果你长跟黑棋这边为一个交换的话，哦，那这个目数差别比较大了，就，嗯，黑棋现在这块棋就可能四十多目，对，就四十五目哈，对，嗯，而且黑的好像这一带还有一层的潜力，嗯，一旦黑棋下后了，这个就可以，这边就可以有很多目数可以成了，对，嗯。这个双方都较有劲儿，也不会下那么缓的招法。对，就像之前咱们说的，这个谭笑说这个应该走到这边了，实战，嗯，二分是打进来的。这打进来，他其实是不是因为这几个子虽然是已经死了，但是他还是有一些利用，死而为僵啊。对，死而不僵，至少将来这个飞有些飞就有挺头疼的，然后这边的有些味道。而且以后有可能刺一下什么顶了扳。没准以后会收气之类的，可能会形成。他不希望让黑棋这边都很轻松的连上，嗯，至少让黑棋不舒服。对，不管怎么着，一般情况下，阿尔法狗是不愿意被别人封在里边的，嗯，所以实战的出头，出头。那同理了，白棋也不愿意被封进去，靠出来。黑棋长，嗯，白棋粘。黑棋把这边扳进去，这个力的这个效果出来了，开始啊，这个黑棋终于是等到这黑的一粘，然后这都是先手。如果白棋现在出头的话，不管去走什么地方，黑的会马上粘，嗯，粘等于白棋就得收气了。对，然后黑棋这俩都是先手，局部已经基本活了，黑棋是。然后黑的肯定没啊，但是被。是不是还要补断呢？这被断了之后，这边还是有点担心。嗯，黑棋就算是再补一个，是不是也是感觉，嗯，这个形状很厚实，形状还不错，把白棋全都收回去。这彻彻底底确定是活了，这整个肯定是活了，嗯，厚，厚，这彻底厚了。嗯，实际上白棋又下了一个，经常会出现，好像是后手那种后中间的感觉，他先搬了一个，嗯，对，黑棋交换，然后白棋再把它踢掉。这个题实际上是有价值的。嗯，你收好几目呢？几目？主要是提完之后不用再走了。对，就刚才说的黑棋外面有两个先手，现在提完等于一个先手都没有了。对，而且这地方以后留有什么尖的手段？黑棋是形状是有点薄的，嗯，很怪棋形。嗯，黑棋实际上为了补这个断，它是选择这里不断。啊，又漏回去。漏回去，因为还是是不是还是觉得这个地方被飞一下不舒服？嗯。
对，应该是这样。然后不是为了防止这个白棋这个，而且他一会儿白的搬了一尖黑，这基本上就死了。对，他这个也可能为了防止这个出逃。嗯，黑棋是在补棋防守，白棋靠，不让黑棋渡过。对，他还是奔那个去的。嗯，白棋退，白棋退。他这两个交换之后，这边好像就没有，暂时没有什么特别严厉的手段了。白棋，因为这个地方安全了。对，但是现在这个就是个问题了。嗯。这一会儿有没有什么顶了挖的手段？感觉看着好像，眼看着好像很，眼看着挺严厉的啊、嗯。这个，看他说的，这就是顶完一挖，好像直接就已经倒下了吧？直接两个子好像就不在了。啊，所以实战黑棋很机敏的，赶快补一个。啊，确实这是棋形，滴水不够的防守。这个现在这边的问题都解决了，对，全部这边的问题也解决了，就是这边还有两个，对，就差一个这个问题。嗯，但现在白没时间。嗯，白棋现在长。嗯，他要把这边先跑出来。我还以为棋形是跳的，嗯，跳和长很难啊、嗯，我觉得很难，好像是、这两个觉得差不多，但是不好抉择。但如果是白棋直接跳的话，嗯，黑棋就立这个，啊，黑棋就补回去。你是不是走个这块棋就厚一些？对，毕竟那个问题不是一直纠结着吗、嗯？就彻底吃掉了，然后毕竟还有一个度过。等于就是说黑棋还是比较厚实，这样白的应该会在上面之类的拆一个，在哪拆一个，嗯，那就是长和跳可能区别不太大，可能也差不多、嗯、差不多，因为实战也基本上这样子，等于是白黑棋并了一个、嗯、然后白棋还是贴了一个，嗯，然后之后白黑棋立下去，那等于是顶了一下的交换，顶了一下，嗯，那是不是黑的便宜？嗯，我不知道，也不知道是吧，这个问题很难说了，就白棋输的，就比如将来扣吃这子的时候，这、啊、木数看着还木数挺舒服，但不舒服就是这地方少了一个断点，因为刚才不是一直说这地方黑的还没有完全火境，就是对他攻击嗯差一点，因为各有利弊，各利弊，对，嗯。那实战白棋也是抢的很凶，就这个搬先手，嗯，黑棋粘住，哦，搬了，那这回黑的彻底火，我们一直在纠结他火没火。这黑棋再不用担心扫人家，等于现在白棋觉得这块棋已经安全了，嗯，然后现在开始进入抢木的阶段。现在是不是可以再判断它的形势了？毕竟黑棋的控已经变得比较扎实了。嗯、这个那就只有请谭夏同学来给我们数木。对，白的二，这块现在小了一点，21。嗯。那这个是不是这个将来应该算白的？这是白的是吧？还是22？22，对，是白现在多这个拆行上边应该增加了不少目。我们前面说数到这儿是18，嗯，这将算将来的几下？白的到这儿18，应该增加可能。现在24、25，反正差不多，24、25目。嗯，就是24的话呢，就是46。46。这是6、7、8、9目肯定是有的，嗯，然后上面这地方不太好点，就是不知道有几目，数两目，数两目，嗯，大概我只能大概，我们11目这块，嗯，就是50、57是吗？哎，那边都来着，24，这是20，这是22，啊，57，对，57，还在57，嗯，白目不少。白的木确实还是挺多的啊，黑这边没变化吗？黑的15目，这6目，但是现在白这地方有可能欠俩子儿，嗯，这一拐，一拐两个可能就掉了，吃掉了，但不太好点，因为也不见得掉。那加了一两目棋，加一两目，7、8目这样，嗯，就算7目吧，15、22、3目，啊，25，上面是6、8、10、12、14、18、22、24、26、28、28。58，白棋57，哎呦，就是现在就是说，时控上双方很接近，但是白的中间这地方这一块其实没火，然后这边欠些木，嗯，就是木数是盘面很接近，对，盘面很接近，就是白棋是木数上是有优势的，对，黑棋贴木有压力，但是白棋呢是有点薄位的，就是这个时候看黑棋怎么能够通过。攻击白棋，嗯，获取一些利益，依然是很细微的局面，很细微的局面，对，嗯，像他自战一般都是很细微，在这时候都是认为差不多，嗯，形势依然很焦灼，很焦灼啊，实战，挑这个，
先攻击北京、嗯、啊，他就这么跳，我还以为是会从这边，不是要攻击白棋吗？是不是先把白的这两块给分断开？这种感觉，他是赶着你，对，好像是让你赶紧两块连一起吧。可能觉得这边虽然看着不多，但是不是还有虚拉点小目？嗯，因为黑的一会儿插二，黑的自己是其实长挺多目。嗯，白棋是靠，还是先打士？靠完打士。嗯，黑棋搬。这个地方白棋拼的真的很凶啊，先吃了一下，嗯，白棋一吃，嗯，然后黑棋白棋又尖了一个，又抢一票、嗯、吃了一下不走了，次序都就是他说欢迎你提议，嗯，又勾引你提议，还是觉得白棋下装一口气，装口气，我觉得他算太远他算太远了。哎，这个时候我想问问，如果白棋我们总觉得这步棋风险很大，那这个时候我如果比如说这个地方我补一个，对，那就这样补一个没问题啊，就点一个，嗯，这样白棋贴吗还是打？他是贴，贴，嗯，贴的退，白棋拐，白棋拐一个，对，啊，是这样收输便宜是吧？嗯，如果黑的插二，白的会尖顶，是这意思吗？嗯，应该是吧，有可能吧。嗯，这样的话呢？其实白棋的目数是没变化的，对吧？啊，白棋可能多了一目，多了一目、嗯，这地方好像七目多了一目。黑棋是白棋等于是58目，对，嗯，那黑棋呢？看黑棋多了多少目？可能五十中间会不会有点比刚才好一点？白棋中间，嗯，中间虚的先不点目了，对，中间先不点目，因为黑的打吃可能还有先手味道，是说不清楚。我刚点了一片黑的目，大概是65到66，65到66。然后就不知道这个中间是什么情况了，该谁？嗯，那这样是不是也还是挺细的？也还是细，也还是挺细的，差不多起。就是白棋其实中间补一个也还是也还能想，嗯。那实战就是他觉得抢一个更有力量，更有力一些啊。你毕竟尖的价值也不小。那如果白的飞呢？抢的更狠一点。这个问题我也想问。这个我也低感，要我下我也要飞。反正同样都是抢了嘛，这个还是能进一步，总是是跟家有关系吗？难道他其实简单是飞一个，飞就飞吧，但很淡，就是总是在想能不能他就飞一个，对，飞就是也不直接弄你，不弄你飞。然后如果你局部如果是想选择小尖的话，那白的好像不太好硬，我如果不硬呢？不硬黑的会尖，尖一般。就如果在这儿就没这个问题了。在这儿这个飞就是后手，对，后手了，因为是在那个位置，如果你再补回来的话，它就有这个尖，搬然后黑的搬，这样白的是有点难能过，是只能立了，只能立，对，断掉，黑的断掉，这样我搬回去是一个搬黑的，是不是在对还是吃管再打这个，就是白棋中间还是有包围，可能要被黑棋搜光。因为毕竟上面黑线变厚了，确实一会儿黑的糊一糊，感觉这地方还是有目，嗯，感觉白的未必有直接退回来的好，未必便宜，好像抢一手，其实不见得便宜，啊，他就怕简简单单的一飞，那樊二班也说，这如果白棋硬着头皮，我就跟着你硬，我反正中间你不敢杀我，就敢抢。我也是很好奇，因为我想这中间什么情况啊？这个，嗯，他。依然觉得这个棋是一个很焦的状态，但是如果黑棋直接搞过来，黑棋这样，这个手法也是。刚才我看樊老师的手势，我就想，难道是往这个地方靠？因为这个长好像貌似也是后手，也是后手，对，因为点是点不到的，所以说这靠他是不是下一手棋有可能是用这个扳的？但扳就粘嘛，因为这个长是后手。可能黑棋也不见得一定要吃掉白棋，啊，就是获得多少目，对，这，就是一个缓攻，我摆一个臭的，如果白棋就靠这种长要走的话，这种被打吃，这一般，这个徐徐拉的目数好像，我们可以摆两步，嗯，黑的就是一般，黑的是不是就长一个，长挺大的，长这个，啊，就长一个，我感觉长挺大的，这个目数已经开始要有了，长完至少侯回来这白的又少了好几个，嗯。就等于白棋还在走，还不太好连。如果连这儿，可能这两个将来还是一跳，这两个还在黑棋嘴里。嗯，这样确实等于是
是不是不见得那个很大，白棋不见得便宜，对，就抢了一手。这冲白的是算粘还是算挡？一会儿也挺难受的。嗯，对，就这两个，这白棋虽然这个多抢了一点，对，嗯，但是这个上面有可能差很多，差一个子，嗯，差很多。就是这样靠的这个攻击手法，因为我当时在想黑棋是不是会直接硬着头皮来打了飞，那就拼命了、哎、这看上去白棋也是有一定危险的，这像我们的手法，像我们的手法这绝对得、嗯、这个我这走了好几个你还不走，我这不吃了你这个难以平民分了、嗯、就一锤子买卖了、就是、对，但是阿老师他更灵活，他可能也是基于判断对这个中间攻击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就是、就可以这个实地上、嗯，是像我们也经常说这个地方，我只要比如攻击获得多少，然后判断是判断清，但是老达不成这个效果。对，只要能围多少目能赢，然后而且我觉得如果对方就这样抢的话，会让你这个心态不太好，有点搓火。对，这是一个薄情况下连抢两步，这个给人感觉时控已经失去平衡了。嗯，但是实战就是我说这个阿尔法狗的心态是非常的好。嗯，白棋尖的时候。黑棋就淡淡的打废了一个，啊，跟着你硬一个，但是承认你便宜了，这就让你便宜。这个应该白棋稍有所得吧？感觉比黑的走过来说，就是反正你飞的话，我觉得比那个你走强啊、嗯。你可能黑棋觉得中间直接动白棋，风险也非常大，不见得能得到预期的目的。这确实挺有意思的，这时候白棋硬不硬又有点麻了。对，白棋本来抢这步棋的时候就是中间我反正放着不管你来攻、嗯、现在你就在白再硬是不是心情会差一些，现在硬他是不是在唬你一下之类的，可能还是之类的唬一个，然后可能还是之类的还是依靠，对，还是依靠、嗯、反正唬完的话被点到下不太爽，这肯定是被黑棋便宜了。对、嗯、就具体亏多少也不知道，这个因为本身这个形式就很接近，是吧、嗯？所以可能稍微退让一点，嗯、有可能就因为这种地方，就不管跳还是尖啊，就给人感觉好像是白棋抢两个大场、嗯，但是你无法将这个大场量化，嗯，这个大场到底有多大？有多大、嗯？因为你之后你会为这个大场所付出一些代价，嗯，这就没法说清楚了。而且他抢这第二手的时候，他抢的还是缩手缩脚的，对，就他也没有完全的说全部就抢，是，就说如一旦加上一些特别。就是感性的感觉，哦，这白棋连抢两步，这无法忍受、嗯，这样的话可能就容易失控了局面。是是，但是仔细分析一下，这两手本身的价值可能不是两手棋、嗯，可能最多一手半，一手半最多了、嗯。有道理，这个黑棋这个攻击的，其实他到现在没有出招，对，但是他的招都就在后面续着，都在后面续着，对，就是但是他总是先等。这个我就这棋印象挺深刻，就。你抢一个，我就给你抢一个，嗯，那我看你下什么？对，轻易不出招。对，啊，确实让人印象深刻。实战的白棋局部也不知道该怎么赢，嗯，这白棋呢，还是不坏了，抢起来了。嗯，这白棋中间补也是挺强硬的，它这个形状看上去有点问题，是不是中间就是怎么？连过其实也是有关系的，嗯，就是可能一花一手棋总能把这块棋处理好，但是他希望能够效率更 高一些，因为这棋毕竟还是非常接近，嗯，并不是说他觉得白棋优势了或者、嗯、不是这块棋只要活了就，如果他觉得自己已经胜势了，那这怎么他是怎么来了，对、嗯、这棋毕竟是还是很接近，嗯，优势和胜势区别又很大，是，而黑棋呢不给白棋的喘息之机啊虽然觉得白棋怎么从这个地方搬出来，觉得白棋形状有问题，但是没想到他是很直接，嗯，他提了一下啊，先提这个，先提一下，嗯，接上黑棋杀出来，这个黑棋自己不出手，当你补了一个的时候就我再来攻你，就是有点、嗯、像黑的打了一下白的长出来一下似的，就对对对，可以就是局部的这个分寸问题，嗯，白棋自己走不知道走哪，嗯，黑棋攻也不知道攻哪，所以两个人都比较稳，在那边下了一步，就是他们之间还是比较共识，我感觉他们两个都明白彼此的心意，对他们对棋的理解是一样的，嗯，
因为我们觉得比如说一方落地，那另一方我肯定为大模样嘛，你要是再打入间或怎么样把惹急，我肯定只能吃你，我不吃你这个没法下了。嗯，但是两个法老师他们俩经常可以对着唠，你唠过来我唠过去，然后唠差不多，两人觉得这个不能这么唠了，就战斗起来了。就还是始终是有一个均衡的概念。 对， 对，一旦均衡被打破了，战斗是必然发生的。是的，那白棋管，白棋连扳下得非常的紧，好紧啊这个。连扳现在等于白棋是不敢从这打吃是吧，打吃黑棋是不是粘上就可以了，这两边已经无法兼顾了，等于这边一尖可能白的就有危险。我还以为你要用什么这个扳啊，有可能有可能会用到这个。嗯，白的不敢打吃。对，嗯，实战选择了跳。确实好像看着黑的从这搬出来比从这边简单打下好像要明显好。嗯，因为打粘之后这地方白的还有断点。嗯，就是对所说的从这边打下。对，这样白的形状很完整，而且这个黑的是软头。软头。就这样白的是一个连回家的形状，刚才那样白的形状还是有点缺陷，有点薄。嗯，这打一种好像帮白棋补棋的感觉。但是确实别人长嘛，这棋感的打一下。对对对。就这个地方黑棋如果不走被白的一长，对，白的师傅又有目又厚，这是一个很所以很舒服的，不让你长的就很容易就想到打吃一下，那打吃一下白棋就厚了，太希望了，白棋所幸，很开心啊这个。嗯，所以这个抓住这个缝隙从这里打出来搬出来。嗯，粘七条搞一段落，这局部又告一段落。嗯，然后这时候黑棋贴起来，黑贴这个时候我感觉是想白的要跳一下，白的前面跳一下，对，就是谭家所说的，就黑的点的时候我先跳一下，嗯，跳一下那黑的可能就不会再从这儿冲了，对对，就是被挡住好像形状。但是跳一下我就是没有看到明显亏的地方。嗯，其实下步棋白的是可以搬的。哦哦，你说跳比压好是吗？啊，对，跳比压好。啊，压了你最多也只是再压嘛。嗯，跳了我粘回去的话也是先手，而且我有可能会要直接搬，下的更狠一些。啊，嗯，但这样会不会这边白黑棋有没有比如说爬个夹的可能性呢？就是跟我这一气是有关系吗？不知道。是真的，因为我这个粘基本是上是先手，这下这有一扳。嗯，所以说我粘的时候跑出来了。啊，但是你我粘的时候，对，就这个有粘的时候，你这时候我粘难道说我如果跟你拼命呢？那黑的风险也是很大的，我立一下，然后嗯，啊，这就是双方拼命了，对，这就是就打对上了。他不会下成这样，他可能他估计觉得这肯定是有一方不行的，因为这个一看就是妥协不了，嗯嗯，就是这已经没得谈了，没得谈了，就是要不然黑的把白的全吃了，要不然吃不掉就收子了。我是看到一个变化，就是当时压的话，如果黑飞手白棋要压的交换，他就是压是亏的交换。啊，压一下。因为黑棋对这边的变化可能就有区别了，现在他往里一爬一夹。如果是压掉，他就是爬的夹。如果不压是会有什么？不压白的难道有顶？顶不成立。这压是不是有可能扳之类的？长呢？不知道了，这个问题就比较啊，他是不是好像还有可能，啊，他好像是可能是有这个顶的时候，因为这个地方白的立完有拐，哦，是吧，哦，就是黑的如果拐白的贴立完贴一下这一拐过，嚯，哦，这还有这个手段，这个好像很厉害啊，相当厉害。嗯，啊，一安之后就没这手段了。对，所以为什么实战黑棋是贴起来的，而不是往前爬。跳完可能也没这个手段了。跳完就是会用别的手段了。啊，对，就是他夹的时候，他觉得只要是被夹进去，就是跟这粘没有关系。嗯，就是跟我们所说的粘一下，好像就没有任何关系，区别不大啊。等于这个确实，谭笑说的这个顶是好棋，这黑的拐白的贴完，黑的只能扳嘛，那白的就白的这一扳就防守住了。啊，嗯，明白了，这个地方还是很有深意的。这我也明白为什么他就压一溃了，嗯，之前还没明白。这
谈笑很犀利啊，这一套。对对，这地方起。我觉得就冲着这顶，春兰杯非常有希望。所以说白棋没有动，对，是有原因的。而黑棋实战，因为我刚才是想跳了扳，然后以后有官子啊、但是黑的先出招的话，可能就没有我那些事了，有点就可能来不及走。因为中间是黑的，等于是先手定型、都是一个时间差的问题。嗯，所以黑棋贴起来，白棋是挡住，黑棋扳。黑棋长，这是很大的官子。不长会有气是吗？不长感觉半个长。我就是说，如果黑的啊，黑的挤在这是吗？飞在这。我的天呀！这个拼的好凶啊！还可以这么拼？如果飞，白的是打掉了一下吧？啊，现在打来不及了是吗？不是，白的是贴的时候打掉啊，贴打掉啊，那就没有这个如果，这被扳了冲死，扳了一冲、那就简单了，这可能是防着你这飞，这一冲就是这个扳和这个争持、这跟这个词还有关系、那这个真是或许每一次都还有点联系啊，这是在黑棋贴的时候，白棋没有打先吃的，吃完再打嘛，然后这时候黑棋白棋贴过来，是不是这个时候双方就真正的进入官子了？对，好像可以至少是算是一个绝对的后摆盘了。那这盘棋我觉得总算是不像是，尤其是上一盘那校长那一盘，就感觉始终这个人心里面是胆战心惊的，心都是上白目大转换在那走。这盘棋看着踏实一些，我觉得白棋长。我刚才粗粗的点篇目，我点的是黑方68目，白方61目，这个难道一直都要这么细吗？难道就是这样？最后终局也是，反正这个棋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细。这样谈吧，你再给我们再给大家再点一下，因为这个现在黑棋这块和白棋这块都至少是完全确定了，定型了已经。黑方我刚才是算尖了一下这地方，然后这是10、12、14、16、18、22、32、34、36、38、4，我点有点乱。40，你点的应该不是43，就是44，我猜。应该我是少点两45目。45目是吗？嗯、就是尖掉这下的话，它就45目。好，再确认一下。我好像点墨有些问题，我怎么有点点是事儿？没事，这个点清楚了，让大家有一个目数的一个概念比较好。对，要我点什么也点不清。我现在比赛，只要对方要给我数棋，一般我就挂了。然后是43，刚才点的是43是吧？对，就是43到40。然后这是1、2、3、4、9目。52。62、64、67。然后这个地方刚才说过有可能是有一目棋的，对，因为白的两个是有点那个，对，黑棋68，所以说黑的68，就是当时我也是说这左右的，嗯，因为这也是有可能掉的。好，然后白的这是22，之前22，对，24、26、28、30、31、33，这是43、53、54、55、56、58、60、61，因为当时还那个长，刚长这个地方还不确定有没有目。就是白的肯定这目点上是62，但反正还是很细很细，毕竟该黑棋下，该黑棋下，对。然后这个地方白的有可能是有前一点目，然后黑的这地方是前目的，这条目是可能先当时点只点两目，对，这地方白的一般的话这可能会长很多，但是轮黑的下这个地方白的断点好像还有，白棋还是有点薄，是不是？对，有点薄，虽然说中间是花手术补齐吧，但是还是有黑棋无论如何是得冲击白棋中间，一旦让白中间成空了，这棋应该对。但是像我们刚才点目是点这基本上也是给点上，所以说感觉还是有很多未知数。很细。实战的是先立的还是先靠？先靠。先靠是吧？那个是后刺的，我记得是，直接先靠。靠也是冲击白棋、嗯。这如果被白棋画一手棋把这个唬住了之后，哇，全是木了。对，白棋很厚，这都是这手棋好像也是哦，扳也很这特别大，这打一下的话，
黑的和白的好像这个厚薄都差太多，也就挖也没有，这好像也是，这也不是不知道多少目的，所以说黑棋中间率先出手是希望能够让白棋，就付出点代价，对吧？没有时间，一旦黑的跳下手，这一拐又吃了六七目，嗯。就是立这个，嗯，没有哦，先立的，嗯，白棋挡，嗯，黑棋跳，还是先刺，我又记定是刺跳，跳这个，嗯，这跳完相当大，这跳，反正白的是有点爆，但现在白的吃完，白的这比较长长了几目，这跳了绝仙啊，下手一顶死了，就顶死了啊，嗯，这白实战白棋虎一个。哦，虎在这儿补的，他毕竟有这个冲啊。啊，那对，但是如果黑的冲死，黑的冲死的时候，我觉得白的就把这个扳死。啊，白的有可能先冲两，先冲两，先冲了断了打一下，哦、确实，就都交换掉。哦，这样就直接把它交换掉了。嗯，那再把这个扳过来。那这个目数啊，这个黑的未必便宜啊。对，确实未必便宜。这黑的涨了一二三四五六目，但白的涨了跟我们点目，这一二三四，然后这多一个子。这边又吃回来，对，这边还吃了，这个跟刚才还是差不多，这样黑棋贴目可能会差个一两目。啊、嗯，确实，毕竟是62对68，对、啊，很细、啊。黑的白棋并不怕黑棋把这两个子吃掉，嗯。但黑的不走这个，现在能去哪儿呢？他好像是搬出来，先搬的。哦、嗯，还是对白棋整体的这个。还是要追究你的这个棋形的问题。嗯。哦，搬下步啊，这跑出来了。我当时想，这步搬难道不是后手吗？啊、哦，跑白棋死了是吧？啊，对。所以白棋只能是撤，白棋只能硬。现在是刺的，粘上。还啊、哦，没有啊、哦，后来刺。下一个，粘。看着这个形状，看着有点晕。如果，哦，搬死他。很想把啊，对我一直很想念念不忘把这个扳死、嗯，脑子里想的都是他。嗯，扳死黑棋有什么手段呢？樊老师，我正在看。他实战是没有这么选择是吧？没有这么选择，实战是冲的这个，实战冲这个。对，咦，扳死是在怕什么？这个将关子。每一步棋其实都很关键，有可能是因为形势一直都比较细。对，嗯，我也想问班斯怎么办。黑棋白棋这庄是有点保卫，但是不知道黑棋能冲击到什么，嗯，能够走到什么便宜。樊老师陷入沉思，就证明这个地方是没有准备。我没有准备这边，而且他也没有看出什么好的办法。嗯，黑棋是不是？我先蒙一个，蒙你靠一下。这我要给你来个厉害的。哇，这个我应该不太怕，因为实战是白的冲黑的靠。哦，就是这个不厉害，骗人的。这样我顶。啊，这样呢是白的被黑的顶回去了。嗯，那么我换一招，我换一个，不能来厉害的看，不能来厉害的是吧？嗯，这样黑棋应该是，我看不到只能把白的断开的办法。对，黑的粘一个吗？粘上吧，反住，粘一个已经比较舒服了。接上反住，但是黑的现在这个地方好像没什么棋，因为白的没有打掉下，如果打掉下黑的就比较舒服。嗯嗯。那可能也就是这样收官，对，是不是？那现在这个冲官是不是很大？那感觉跟刚才大同小异，黑的冲官，然后白的去扳死，等于黑的收了一手，并没有看出特别明显的。这边多两个子，这边的目数还是有点区别。这边会好一些。他觉得本来也没什么大的，本来也很细。嗯，这样黑的现在这下至少能确保见到了。嗯，然后可能就是收官了。嗯，我们就只能这样推测。对。这个先冲吗？冲还是这个大？这个因为冲是七目嘛。哎，还是先刺这个。刺没什么便宜，刺白的粘住，黑的走可能是夹着走夹是吧？啊、哦，黑的走那不是
单体的嘛，齐白的接，以后有个袜单啊，很大现在袜子，那就是这样，可能也是一个收官，可能也很细，应该也很细的，也很细啊，就是可能白其实是一个选择，就是要这个还是要这个，对，实战白的是冲死这个是吧？对，冲死啊。然后、啊、刚才跟我说靠这个，黑的也是靠这个啊。黑的应该是煎了一下啊，啊，先吃掉这个，对，嗯，然后靠这个，嗯，白棋搬，白棋顶的，啊，对，嗯，搬，如果搬就跟我挂一模一样啊，白棋是顶的，黑的顶，黑棋，啊，黑的没有顶吗？不是顶，啊，交换哪个就是，啊，几个？我又记清次序了。嗯，那它的次序很微妙，黑的是现在挖的，现在挖啊，现在挖的，白棋挑这个是吧？对，挖的话就是说白棋这两个子应该就已经跑不掉了是吧？对，嗯啊，那跳的话就是希望能够收目，就是尽量的破黑棋的这个这边，因为这个眼前的黑棋如果冲的话，白棋是不是可以打这个是吧？嗯，像正好这个交换非常的管用。这就是实战的这个基本是实战进程。嗯，实战就是马上就是冲了是吧？对，冲。我在想这个图，如果就是黑的吃两个子，跟刚才比，就是这两个子和这两个子的区别，就是一个判断目数得失的问题了。嗯。嗯，大概这边大概吃掉了十目棋吧，最多这边差九目，对，但这边有十目，就是本来白有个加呀，但是这是白的少了一个子，哦，就是还是判断挺难的，还是很细微的，嗯，这个叫目数实战等于是说它虽然有个猴，但是打吃回去，我们可以把实战的摆出来，对，黑棋是先挖吃了一下，对，哦，对，挖吃了一下，白棋提，哦，挖吃。白的为什么不接呢？是吧？嗯，接黑的是吃这个，偷吃这个，对吧？嗯，就是如果没有这下交换的话呢，白棋应该就是靠，这样的话，黑的这地方得硬一个，嗯，然后白棋可能就把这个吃回来了，就把这个收了，应该是这样的吧？这边等于。靠一个先手就连上了是吧？啊，嗯，但是如果是挖吃掉这一下的话，以我的理解就是你再靠，他可以搬这个了，嗯，他可以先搬这个，再搬这个，这是啥呀？搬这个呢？白棋可以选择提一个是吧？对，比如说提一个，这样黑棋再虎回来，这就有一个打劫了，其实当然没有这一下的话也是打劫，黑的也可以虎这个白棋提，对，这个劫劲儿就小很多了，这样的话呢这个劫黑棋将来消解是消在这儿了，嗯，现在这两个交换成打吃了，对，现在等于是这样的成为了一个老劫，对，这样黑的虎回来之后马上这个劫是很要命的，带响的是，就黑棋是希望能够让白棋走这个，然后黑的把这个吃了，主要他们就是要盯着这个，嗯，所以说这个挖一下是就是很细腻，可以说能便宜一点点，就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谭笑对这个解释能接受吗？嗯，就我大概懂，但是就是还需要批评。那，嗯，实战是让黑棋打到了，然后黑棋冲这个，嗯，白棋吃，白棋长，黑的没有，啊，先顶了一个是吧？嗯，嗯，这时候顶了一个，嗯，顶是绝仙，白棋顶必须得打。嗯，然后弯，哎，弯这个，哦，次序好精妙，啊，确实这个不弯被打回去了，其实打一下便宜吗？打一下白的，如果这长冲过来就便宜啊，嗯，弯一下肯定不会亏的，总是不会亏，嗯，然后长，他非要把这个留到最后，然后冲，冲一下这个，啊，这次序。反而很头疼这个，这个每盘棋次序我是最头疼的。次序，它有的时候是有逻辑性，有的时候逻辑性不是那么强的。嗯，就是一般摆了一个阶段，我就长舒一口气，这白后面应该问题不大了。白的应该只能长，白的好像打掉了吧？哎，应该是啊，打这个打一下不会亏。提，然后再长，然后我也没有。如果咱们就先摆长，贴这个，咱们可以算个总账嘛？就跟刚才那个变化。
这个出入在哪里？出入就这个两个和这两个子的区别吗？嗯嗯，白的应该少了一点目吧，跟刚才相比，白的少了一目棋，少了一目，嗯，少了有可能是两目，你要加我粘我就是两目了，嗯，他刚才就有六目棋，嗯，但这个地方打吃一提，打吃一下白的少了吗？差不多吧，少了，应该是少了。比较细微，还是和它贴也差不多，差不多。好像其实主要就是这两个地方的交换。嗯啊、这白的是，这刚才吃了是一二三四五，黑的差六目棋，因为现在黑可以接一下嘛。然后白的差了三目，三目强一点。三目这地方有更多一点点，对，多应该不到白差不到三目吧，就三目多一点点。三目多一点点，嗯，啊、基本上九目九目，嗯。那黑这儿吃了十目，这我眼见，但是。有一个加，十目应该没有，应该是没有。这一二三四，这六目是现在是明确数出来。如果是加和粘交换的话，嗯嗯，白的差两目，八目，嗯、那应该是有差，就是比这个要应该要大。就是你的判断是黑棋有可能还是便宜了一点？对，我觉得黑的有可能便宜了一点，就是跟刚才虎，如果是黑的，就是靠了粘那个图，嗯，上面那图，然后黑的去拐死。但是黑的刚才是。不用拐，这拐七目，至少我至少是接这个，我也能便宜一目，这是后手八目嘛？啊，八目啊，对，嗯，因为现在是我们白棋收官，白棋把最后这个大官子收到啊，就是说等于是这个棋，啊，反正是很细微的，是吧？确实，就是说这个跟刚才那个变化应该，而且刚才那个变化，黑的有可能是以后保留提完了把这两个子给啊，黑的还是能挖死的啊，黑的有可能是会提了挖死，然后这两个官子会形成剑合啊，也是有可能。那样的话，等于黑棋收到最后一个大官子，对，等于是最后一个大官子是黑的手，现在是等于是白的时候最后一个大官子。这个八目收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棋盘上已经没有官子，没有官子了。基本上我长舒一口气，说完这个就只要记住这个就行了，后来应该不会出错了。嗯，就总体来说还是得失不明，确实。很难判断这个东西，这太难了。嗯，这个我觉得，谭笑是这方面的绝对是专家了，专家是高手。但你的对手朴永训也是这方面的绝顶高手。嗯、这个到时候可能感觉我们俩风格什么还是挺接近的，都是控制力比较强，这后半盘能力很强。啊，实战他是靠这个，嗯，交换了两下，一段。吃这个，嗯，哎，这棋为什么要吃在这个地方？其实也不需要纠结于它，其实都差不多，对对，就像这个靠一样，也不用纠结这个，其实一样的。就说一般来讲，我们吃在这儿吧，这个劫财，我有可能会脱先，嗯，对吧？他打吃的时候我脱先，我就那你在这儿我打吃我没法脱先，对，他是告诉他认为是任何时候他都不会脱先，就完，就像这个一样，对，就是要找劫财，万一吃一个崩回来的，这个靠就亏了，可能，嗯，那这个就不纠结于他了，嗯、就是一个习惯性的问题，对，挤长，嗯，一贴，那黑的是这个时候是挤的，哦，对，两个人互相纠结一下，都是次序，该说吃之后不会翻，他还没有吃，绝对不能说不会再出错的问题的话。嗯，这回炒了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可能又记错了。先吃这个不是吧？白棋应该是先刺这个吧、哦？先刺这个、哦、这个，好次序。这回总炒了吧？这个炒了，这确实炒、啊。终于，嗯。然后白的应该眼见只有这一个八目最大，吃这个，嗯。黑棋这回搞了个刺，这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没有打吃，先粘了一个。这步棋就是觉得非常的，就是说我们的棋手下是绝对不会很变态，我感觉这步棋的，对，这步棋太变态了。因为这个吃是绝对是这个地方它只有吃嘛，对黑棋来说。那这个街呢，又是什么时候都是黑棋自己的啊？那吃肯定是，我觉得就如果我们走这步棋的。原因就是他首先他记得这下他已经走掉了，他认为他已经走掉，然后去打江、嗯、对，然后去打江去往这走了一个，嗯，他只有一个这个地，就是他觉得他下意识潜意识中觉得这一下他已经走掉了，然后这时候他
会去打个交、嗯、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嗯、就对于他来说、嗯、每步棋都是一个变化图、嗯、就是说下这个是一个变化图、嗯、和下这个包括白棋吃这个都是个变化图、嗯、所以他现在没有任何说是打吃这个转换的危险的概念、嗯、都是变化图的概念，都是一样的，走哪都是一样的，对，走哪都是一样，效果是一样的、哦、你也可以选择吃这个东西吃过来，他也在他变化图之中、嗯、明白这个至少他认为这两个就交换这两个这个价值是不亏的，黑棋是不亏的，实际上应该差不多吧，两个黑的也不见得便宜啊，他也不见得非要便宜啊、只要不亏给白棋多一种选择，对、嗯、这如果实战对我们下棋就是下肯定不会给对方多一选择、啊、对，但如果你知道两个选择一模一样的时候、嗯、你这一走对方立刻就时间会损失很多、嗯啊，对对，别人肯定会纠结一会儿，对，然后他会心态很不舒服，一旦比如说这一沾然后再被吃回去，他可能会后半天，万一我这样也许是机会我错过呀、啊、这个关键我们的话我们是不会，因为我们自己万一判断出现真的一目棋误差的话，嗯，其实这时候呢白棋的形势已经其实不太好了，他觉得自己要输了已经啊，虽然非常非常细，嗯，但他有可他觉得输的机会已经非常大了，所以你看这种招法一出实在长了一个，这个长眼见的就是会损一个劫财，对，损一个劫财，对，他认为这时候已经非常非常不乐观、嗯、黑道还要从一路打，两个人比较有故事，嗯嗯，然后白棋打一踢，因为这个地方下之后基本上没有官子了，对，白棋一贴起来就最后一个眼见的大官子，这个大官子一手两目，最后一个还可以了，其实白棋官子收的也就是也还是可以的，因为他把这个最后一个八目的收了，嗯，对，八目收完只剩一手两目的，对，其实白棋也不能说，其实对这圈也还拿了不少目数、嗯、然后把这个八目也收到，黑棋也没有想中得那么多、嗯、但是就这么细，嗯，但黑棋贴的时候是已经是有望了、嗯、有望了，对，嗯，那、啊、这时候贴起来之后白棋是先吃啊，先拐，哎，先吃拐是后手，然后先吃白棋粘，嗯，白棋吼这个，哦，这个、吼也是差不多有你手接近两目，跟黑的顶是先手，哦，顶完之后这个地方是有一些目数的，我只能说，因为我当时我看一下觉得两目是不太到，但应该是，但黑的本身顶是后手，顶你不走我就冲断，我这个冲顶我可以拐在这儿，你拐在这儿是吧，因为拐我也知道不止两目的，有两目不止点，但是是几目有点点不行，那这样黑的劫财是不是比较厉害，其实劫也是在他的一个计算范围之内的，就是可能看上去最后是靠粘结收获胜是有可能，因为我如果这样一吃的话、这步棋还挺大的，嗯，这步棋就应该眼见基本上有三目，就他可能最后我们看啊，怎么是靠粘结收赢的半目，但其实粘结收就是在很早就已经是在他计算范围之内，嗯，总之是白棋收的是这个是吧，嗯，那这时候也没有大官子了，这个应该是后手三目，基本上可以算后手，就是这个几是吗，不，这个、啊、这个，啊，这个没有这么大，是吧？这个黑的收，黑棋实战是尖这个收的，嗯，啊，这个、很小，这被团一下是吧？对，啊，白棋就是拐，嗯，刚说完很小，因为实在是大的没多少，没什么大的，不剩什么东西了已经、嗯。因为这个白的不走的话，黑的可以几个挡住嘛，嗯，是吧？所以白的要走这个。嗯，黑棋是立这个的，嗯，一起粘，这是先手，这是绝线、嗯，然后黑棋是冲，这个马上就进入一目的关子了，对，马上就没有关子了，没有关子，这是先顶的吗？还是先搬粘的？这下已经冲掉了，啊、先冲掉，那现在这时候冲这个、啊、并没有。你们应该没有冲这个，貌似我有一事不解，嗯，白的这个棋团在这里会不会便宜，它实战是拐的是吧，首先嗯嗯，团在这里有可能便宜三分之一，嗯，是吧，是的，有可能便宜三分之一，因为我立的时候、
黑的无论是挡还有拐，应该我都是黑棋打掉这下，对，是一模一样，是一模一样。但这个打呢，因为这个下一手棋是三分之二，嗯，先手三分之二，不是先手一目，嗯，所以就不能算黑打到。对，就是当外面没有目的时候，白的搬了一粘，嗯，然后就收到一个最后你说一目，就等于是白棋有可能这个当亏了三分之一。但是没有关系，对，因为黑棋后来也要送了一个，黑棋后面也送了三分之一左右过去，嗯，啊，就是这个时候无论如何也是白棋无法扭转形势，就是官子已经基本上没有了，嗯，现在实战是等于白棋立了一下一关，然后白棋这个时候啊对又打了一 又打了一将、嗯，可能就是真的是觉得不行了，那他打将的意思就是我走这个就是现在希望最大，你不走这个我就赢了，是这一个意思，应该是这个，就是，在他的数据中他总是不好的，嗯，那么我这个有可能赢的概率最大，赢的概率最大，嗯，就是无非就是说一个是10%一个11%的概念，嗯，那我这个是11%我可能希望更大，那我下，但是不代表我就能赢啊，嗯，那这个时候确实很有机会啊，这个时候黑棋可能走哪除了这步棋之外，嗯，走哪哎都不对，啊，就走哪唯一的这个解决挡一个走哪都会被白棋逆转，对，对，哎恰好他走对了运气真是不好，啊，又被他看见了。然后白棋搬粘，就是他的思想确实也挺有意思的。嗯，这个粘可以粘这个，顶先顶了，然后先顶了一个挡住，嗯，对，然后冲了一下，嗯，又打一将，对。就是当时咱们看好像是黑棋局部是最好的，最好贴住这个，贴住这个，啊，贴住这个的话，因为这个棋就没有什么官子了。之后的大概进程就是黑白棋就都是两目，对，白棋收一个两目，黑棋呢，比如说把这个就顶掉吧，对，把这个走掉吧，然后黑棋粘，对，粘完就挤这个就可以了。嗯，对，这样白子就对对。是这样吗？嗯，好，那我为什么要粘呢？我可以打了。对，对，好像这个更好嘛？对，打这个更好。嗯，我粘掉，我先粘掉。粘掉。我之前先粘一下这个。这样的话，一打这个劫还能打回去的。这样黑棋又多一点。哦不，白棋这个是有问题的。白的应该是要收，需要收这个的，这个打。嗯，哦，对对对。对，白棋要收这个，可能就是有一个两目不收嘛。比如说就这样吧，收这个。然后黑的比如弯掉，然后这个地方算挡掉，挡掉啊，嗯，然后黑的就黑棋收到一个手指一目，这样是不需要打粘结的，黑棋的牌面八目，嗯，这样就是肯定是我们看上去是赢得最稳的啊，嗯，他实战呢，他实战并没有团，这个团看上去只有你收一目，但其实有了团之后，这个跟这个粘这个粘是先手，嗯，其实是那也就是说，如果这边刚才那个棋形的话，说三分之一目的话，嗯，那白黑一只要一打是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劫白打不过，这个一收拾一目和这边这个劫是一个道理，嗯，大概是应该也是黑棋至少能以单劫取胜。对，黑的还可以粘的，但是不用打吃，哦，等于是不用打，那是有可能是一样的，哦，是一样的。嗯，实战呢，黑棋是打的这个对吧？对，实战黑棋给自己玩了一个没有交换这一下，嗯，啊，它增加些难度，增加些难度。对，还是先嗯吃这个。对。这样白的白棋能把这个击倒了，差不少。白棋是拐了，拐这个对，挡住，白棋粘，白棋立，白棋粘，对，黑棋粘，对，白棋粘，黑棋提，嗯，那这个最后是。后面我就彻底不知道了，打个几下劫其实没有关系，没什么关系，打几下劫，然后这个白棋无法打这个劫，嗯，然后白棋就也是半了半了。其实后面可能就是双方看上去，比如这两白可能亏个三分之一，对，然后黑棋亏个三分之一，但其实可能是跟胜负没有关系。就他对对于他来说，可能三分之一的概念就是只是胜率的一个波动啊，其实就是反正都是赢了，对，因为就是他不会影响这个胜率，因为最后的结果是下完的结果，嗯，他认为下完之后我总是排完八目。嗯，跟这三分之一是没有意义的，对他来说，嗯，是的，有可能哪怕便宜三分之二，对他需要粘结售后赢，也有对他来说 也是有可能没有意义，嗯，因为他能做到粘售。嗯，反正这盘棋确实，相对于之前可能有一些特别复杂、特别激烈的棋来说，今天这盘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一些的。对，嗯，
但是平稳不代表它的技术含量就低，是是是、嗯、而且里边的这个尤其是在后半盘的收束、嗯、各种叫局部小的手段，嗯，还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嗯，谭笑说一说这盘棋有什么让你感觉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嗯，我觉得就黑的就在这一代的处理，就是因为我当时觉得布局白的感觉非常流畅、嗯、就是在我看来，就是然后下完这边可能局面又形成了军事，然后大家又从头开始、嗯、就感觉是处理的非常不错。然后像这个力确实这种地方功夫很深、嗯、对、嗯、反正不太容易想到、嗯、我觉得我们是不太容易会想到、嗯、可能确实他以后力的话首先会立不到、嗯、就是以后的半张也不愿意走。对、就是、因为白的这块棋跑出去之后下面可能有一个纯粹的木数，跟死活是有关系，就是感觉都是比较细腻比较机敏的那个。嗯，其实最后就是这一代白跑出来之后当然就是一个很接近的一个局面。对对、我们总是觉得胜负的关键看黑棋怎么能攻击白棋，或者白棋是怎么防守。嗯，当白棋这个对方连抢了两步之后，这个时候作为黑棋来说其实有很多种抉择的。对，这实战当中我们可能首先就是算能不能直接杀，嗯，可能会更多纠结于中间我该怎么去惩罚他，就是我很不服气被你抢了两下。对，这个被白尖的时候反正如果是我的话我的心态已经可能很难平和了，就肯定是要杀他嘛。我觉得那会儿确实就是可能比较温柔的棋手也是会去选择。嗯，但是黑棋就是这盘棋后面表现非常冷静，是就是一步一步的把这个棋局定型收官子、嗯嗯、就比较有自信的算是影响。对，主要像我们是被别人这样连抢两步，就是在自信上觉得在收控可能感觉信心上也会差一些、嗯、就也是有关系。他是那个毕竟后面他是判断，对，判断他就是觉得一直很接近、嗯、一直像我们的话可能觉得别人连抢两步，就说他还是以子孝为基础的。 对， 对，当然咱们说被连前两步这概念一说出来立刻觉得不能忍受，就但实际上觉得是就是时控觉得已经均衡被打破，但他觉得还是一直是在一个很均衡、嗯、因为这个抢他认为可能就说不是两步，嗯，他如果你把两步变成抢了一步半可能就能接受一些了。是是，好像之前这个小飞后来我在想他是不是就是他就准备小飞之后白的如果点脚、嗯、他就准备给白的提在这边，就是黑的选择取地、哦啊、他提在这边之后这步小飞的价值就变大了、嗯、位置非常好。哦，他是不是是一个这个想法，很有深意，毕竟他能够针对他知道白棋可能会点三，因为他自己会点三、因为打个比方就是刚才这个小飞和星卫这个小飞都是小飞嘛，嗯，如果正常选就是同样两个小飞应该会选择这边，嗯，因为觉得这个下面二路飞有个子的时候这边星卫会小一点、嗯、方向就是一个星期的方向嘛，觉得单看还是那句话，单看一步棋其实是很难判断，很难判断。这个我觉得是小飞完这个让白棋这一搬之后的下，这个地方我觉得如果被白棋搬起来，如果黑棋处理不好的话，这两块棋有可能马上就要崩盘了。对，形势我觉得很苦。如果是要一步一步跳，感觉他当时点这个就是埋下了伏笔啊。嗯，确实很有深意。这盘棋杀的不激烈，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能学的东西一点都不少。嗯，就是跟之前风格稍微有点不同，也是将这个各种各样的风格以不同的形式呈现给大家。嗯，也可能是因为这个，一个是我们谈笑是这个风格、对，跟这个跟这盘棋有点接近。对对对，而且也是接下来要面对同样风格接近的朴永训。嗯，希望这盘棋经过樊老师的这个解读，哦，这是AlphaGo老师的AlphaGo的这个感觉，他的一个想法学了不少，感觉确实能够帮助到你一点点。嗯，对，很多东西就是他这个思路确实之前、嗯、像之前我就觉得应该出头的地方他往往不见得要出头，嗯，然后他会喜欢点三三，嗯，这也是就是他一方面又喜欢实地，一方面他又、嗯、掌握均衡，对，要又不能、嗯、又要走到外面，他就是永远均衡不会被打破这种感觉。很多的思路其实是非常、嗯、非常有意思。就是还是那句话，这个棋不是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对、嗯、只要去想棋都可能，只要把这个思想放开、嗯、把脑洞打开弄大一点，这个棋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空间。是是，那好，今天又是学习到了一盘很精彩的棋局，感谢樊老师，感谢谭笑。好，
谢谢。那我们今天这半期的讲解呢就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一样能够学习到一些东西，还是不管是学不学到，就是感受快乐的围棋，感受这个围棋里边丰富多彩内容。这个才是我想是广大不管是围棋爱好者还是职业棋手最希望感受到的。是说得非常好，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